请各位就座，我们现在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联席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出席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宣布开会。请各位就座哈，维持一下秩序。讲话的声音请稍微降低一下哈。好，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20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13时9分，地点本院勤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曾明忠委员等27人，内席委员郑天才委员等20人，内席官员审计部审计长林庆龙，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金城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习召集委员郭勇。报告事项，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管理一，单位结算，农业委员会、林务局、水土保持局、农业试验所、林业试验所、水产试验所、畜产试验所、家畜卫生试验所、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叶改良场、种苗改良繁殖场、7个区农业改良场、渔业署及所属、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及所属、农业金融局、农粮署及所属。二、附属单位结算会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作业基金、农业作业基金；二、特别收入基金、农业特别收入基金。经审计部林审计长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曾明忠等18人提出质询。经审计部林审计长、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行政院农业委员会黄副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汪荣章所提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三、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疫情的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本次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关于农业委员会主管含附属单位结算会营业特种基金部分，有关预算之执行、政策之实施及特别事件之审核救济等事项，经照列。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无异议，我们确定。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管理一，单位结算，经济部、工业局、国际贸易局及所属，标准检验局及所属，智慧财产局、水利署及所属，中小企业处、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中央地质调查所、能源局。二、附属单位结算营业特种基金单位：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已结束事业收支：台湾中心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部第二办公室、高雄硫酸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省农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附属单位结算会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作业基金、经济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二、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地方产业发展基金；四、政府捐助成立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宣读完毕。好，向委员会报告。因为今天来的人我们大家都认识的，都是旧的，都是并没有新的首长，所以我们今天有关介绍部分我们就省略。我们现在请林审计长就本次审查的机关单位部分做简要报告，请。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现在就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及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审核报告本录这个议程所列的这个主管结算的审核情况扼要报告如出。总结算部分，经济部主管有10个单位预算机关，税出结算审定571亿4000多万，应付保留款有19亿3000多万，主要是水利建设还有委办或是补助计划合约期仍跨年度，剩余有10亿4000多万，主要是禁用营业额较少及其营山工程委办
计划和委补助计划的结余，在附属单位结算其中计表营业部分，台湾糖业公司损定税后净利38亿2000多万，较预算增加14亿2000多万；中油公司损定税后净损337亿5000多万，与预算净利相计有509亿余元。台湾电力公司审定税后净利139亿1200多万，较预算增加123亿元；自来水公司审定税后净利6200多万，与预算净损相计有7亿3000多万。已经结束的事业包括中兴经济部第二办公室、高雄硫酸的公司，还有农工企业公司。本年度的这个清理收入详书面。在作业基金部分，经济作业基金审定剩余8亿4000多万，较预算增加4亿6000多万；水资源作业基金审定剩余10亿679万，与预算相计有16亿8600多万。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短处6亿2000多万，较预算减少短处2亿8000多万；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审定剩余94亿4000多万，较预算增加2亿5000多万。地方产业发展基金损定短处4亿3000多万，较预算减少短处36万。在政府建筑财团法人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结算剩余3375万，较预算增加2000多万元。在这个相关机关，我们提了重要审核意见摘要报告如出。在总体经济的部分，由于面临全球景气复苏力道不足，还有国际经济的风险变数，在104年度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呢是0.65，而且在这个出口从104年2月份起呢，这个出口都一直呈这个负成长的这个部分，所以在相关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因应措施有带来继续强化。另外，在经济部推动优质平价新兴市场这个方案，那么从这个统计表看出来，在这个推展的一个成效呢，那么照预期稍稍有没有达成，这个部分都有带来强化。第二部分是政府补建筑民间企业进行产业创新活动。在101到103每年大概补助接近50亿，不过我们发现在企业投入的一些研发经费相对在各国好像有偏低，而且在服务业这块的研发经费是比较少，那么部分补助计划的执行也有未蹉跎的地方都有带来改善。第三点是经济部工业局这个工业区土地的闲置呢，经过这个工业局推动多项改善措施，到103年底为止呢，那么已经开发可以售的土地还有224公顷。此外呢，在工业局接收的这个引领离岛工业区，这个成本总共超过100亿，那么已经经过10几次招标都没有人投标，这个部分成本积压甚多，还有待继续加强。那对于已经出售的这个土地，有部分没有这个闲置没有利用。那么在工业局已经采取一个措施，就是通知税捐机关呢，按照一般的这个税率来课征地价税，以防止这种炒作、囤积炒作的情况。那另外，经济部工业局所辖的这个污水处理厂这个营运呢，那总共这个42座呢，有31座发生这个短处，这个部分一直都还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彻底改善。第四点是经济部助力在健全中小企业的发展，那改善中小企业的经营体质。那不过这个在办理这个信托业务，还有注册议程中心的投资呢，营运绩效呢，这个有带来强化。此外，在地方产业发展基金，因为103年度没有获得国库来挹注，而且回馈机制呢，这个成效还欠佳，所以在已经连续几年都发生这个短处的情况。第五点是经济部推动前台来设置 LED 的路灯，总共这个从101年度到103呢，总经费有29亿多，已经核定汰换27万盏的这个 LED 灯，达到这个节能的这个效益。不过在相关的规划还有这个作业呢，有带来类似案件的话要强化。第六点是河川水坝的这个一些疏浚还有标售作业呢，前年度呢达到这个有3亿多的这个立方，已经超过目标。那不过在水库的这个遗迹部分，特别是石门水库、增文水库、南化水库呢，遗迹都有超过30%，这一块是继续来强化。第七是自来水公司推动这个降低漏水计划，
那么从这个表看得出来呢，到103年度降到18.04%，104年度呢，并且再降低到16.63%，这个部分有收到效果，不过还是要持续来啊加强办理防止漏水。第八是在重大建设的实施，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会展中心，也就是南港展览场这个计划呢。那么我们发现有未尽职责，效能过低。此外，在水利署办理港尾沟溪的排水中有疏浚工程这一块，有规划设计圈桌影响防洪功能化废，这两个案子我们都依照审计法69条规定来报告监察院。第九点是在经济部有这四个国营事业呢，在103年度的整个营运的结果呢，那么发生这个159亿多的亏损，跟预算的这个净利205亿呢，相继达到365亿，而且比上年度的净损还增损了40几亿。此外，在部分事业的这个重大兴建计划，较进度落后有15项，已经完成加入营运投资效益没有达到目标的有49项。那这个这几块都有待来强化。在这个被占用或是闲置房地的清理呢？占用的部分在表16，这个被占用的清理呢，在103年度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在闲置的清理部分，是总共较102年度呢减少了530几公顷哈，这块看得出效果，那么还是有需要来强化。在这个各国营事业的这个满意度，他们自行办的满意度调查，除了中油，他们中油公司都是一些正面的这个满意以外呢。其他台电、台糖、自来水公司都有部分这个满意度都下降，这一块有需要来继续强化各种服务。第十点是台糖公司，他们这个8个事业处，还有4个这个营运处呢，那么在103年度除了这个休闲油气事业部有获利以外呢，其他都发生亏损，而且这个亏损金额比102年度还没有显著改善，都靠这个出售土地的部分来挹注哈，那么有带来继续来强化各种营运。第11点是中油公司年年发生亏损，到103年度为主呢，它待填补的亏损已经超过资本额了76.56%，那么是相当高的一个百分比。那此外，在地下管线的维护跟管理的这个基础呢，那么也有带来进一步来强化完善管线这个安全。第12点是台湾电力公司在电力供应还有调度，目前就是备载容量的规划跟负载管理，我们发现有在继续来强化的必要，那么希望能够在强化这个电力供应的稳定度跟这个减少这个输液经营成本。那另外台电公司用过核子燃料这个储存量呢，在核一厂已经几乎满载，其他在核二厂呢，也到最晚到这个106年3月呢，那么4个机组都已经满载。那另外在这个中期干式的一个储存设备，目前还没有办法来突破。还有在低放射量的这个追踪处理的这个厂组的险组，也是都进度落后。这个部分如果没有解决的话，那么影响到后续的这个营运的，还有这个发电的稳定度。另外在转投资民营事业的部分，103年度发生亏损的有9家。那跟上年度比较呢，由盈转亏2家，亏损继续增加3家，减少了有4家，盈利减少的也有9家，在各该的这个绩效的一个监理呢，有待强化。以上说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审核报告本路议程部分审核意见简要报告，详细请参阅本部所送的这个总结审核报告，敬请主席及各位委员主教，谢谢。我们现在开始答询啊，委员会先做如下宣告：每位委员8分钟，延长2分钟。那我们在上午10点截止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忠委员质询，请。谢谢主席，麻烦请主计长跟沈次长。来，主计长、沈次长，请。那个等一下首长上来就不必再敬礼了哈，从直接就上来哈。是，好，主计长好，次长好，请教一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保一有没有可能？主计长，
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到外界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啊，主计处目前还是要到八月份才会有新的估计，因为目前一些所谓的外生变数还没有确定。不过跟那个委员报告的是，我们第二季的成长经济成长率，我们原来预估是0.48，那我们目前认为这个0.48大概到七月底的时候就可以出来，我们目前的估计应该还是可以0.48。第三季、第四季我们估计是1.97%跟2.37%，那一个我们会在八月份的时候会再估计。第三季、第四季因为基期非常低了，去年的第三季是-0.8%，第四季是-0.89%，所以即使正的，其实那个也是非常的不好。我看因为没有错，主计总处5月27号的预估还是1.06%了。台中院是6月17号是0.92%，那元大宝华6月23是0.9%，中研院6月19是0.52%，所以你看，后面越估计的越来越差，所以基本上啊，我的看法，保一已经不可能。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的，因为各家的估计不一样，是对那个出口的差的估计，各家估计的不一样啊。对于出口是估计是怎么样的时候的，可能还要再观察一阵子。我必须跟委员报告，中研院的估计哈，它下限是负的，上限是1.3%。没错，它那个差距的主。中研院甚至认为保0.5%的问题，最差的还是负的。那出口已经连17个月负成长，市长。沈市长，因为我知道你业务很熟啊，不敢。什么时候可以转为正成长？这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大概要谈什么时候正成长的话，我看这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几件事情来做。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拓展出口的部分，我们来加强。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产业的转型升级，这个要加快脚步，因为你有产业升级转型以后，才能带动呢这个整个出口。好，谢谢。是的。我还是那年底以前，12月以前转为正成长，有没有可能？我们一起来努力，也跟委员报告，最近可以看到呢，进口的部分，进口这些设备的部分呢，是有在成长。所以有了投资以后呢，那应该呢，我们朝这个比较呢，这个正的方向来努力。好，谢谢。因为您刚刚讲已经讲到中长期，我现在先讨教的是今年到底能不能保一？我个人看法跟大多数的外界的预估一样，今年保一不可能。能够保，我认为大概是5%到0.5%。到0.8%之间呢、我觉得大多数的外面的预测机构认为保一已经不可能。另外，我要讨教的是次长或者是主计长，面对这么样的情况，面对的情况，我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转型的部分是中长期的问题。我假设说，整个内阁。不管是货币政策也好，或者财政政策也好，或者其他，因为产业政策很慢啊，所以外界已经有这种认为说，现在内阁在干嘛？在看守哎，就经济层面的话，因为没有拿出好的措施啊。您看的，因为外界这两天的报章杂志啊，也认为我们就经济层面来看呢、现在是看守内阁哎，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假设。长此以往，我认为经济的成长是没有最低哦，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哦。你经济的预测没有更低，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哦。看这个情况，到底经济部或者行政院有没有什么措施？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现在呢，从经济部这边来说的话，大概几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个呢，先以内需市场这一块来切入。那内需市场这一块，因为国际不景气的话，就靠内需。但是内需呢是怎么来呢？对，就是把政府所有在推动的重大计划衍生的商机的部分，比如说在推的再生能源部分，以及电动大巴的部分，以及离岸风力的部分、太阳能部分，这些衍生的商机，我们呢一定要赶快呢来促进这个投资。这部分衍生可以多少亿的这个支出或者是投资？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电动大巴的话，我们一年大概有1000辆，10年的10000辆，那这部分呢带动这个电动巴士整个产业链会带起来。然后呢，像再生能源的部分，我们离岸风电的话，那以目前来说的话，3GW的话大概有800套，800套的话呢，现在带动整个投资的机会。那太阳总数呢？总数有多少？这个部分我没有去跟他估总数，我现在就是可以做了，我们就赶快做。Okay.然后最重要是要排除投资障碍，没错，所有的投资过程中，对，好，我们这个会来按照您的指示。我非常赞成，因为我知道沈次长业务非常的娴熟、啊、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是已经大架构的问题，那经济部面对五缺的问题怎么解决？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怎么解决？好，是的。那在五缺的部分来说的话，首先呢，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土地的问题。那土地的部分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呢，这些要回来投资的部分，我们就会来设法解决土地的问题。那第一个呢，这些闲置的部分的土地，我们会提高它的所谓握有土地成本的费用，让它呢能够来输出来。那第二个，我们也透过媒合机制呢，透过呢这些仲介，那现在媒合的100多公顷的土地出来、哦、那电的部分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呢来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哦、那再来水的部分，那目前呢今年这个整个下这个雨量还算充沛，我昨天还看了一下整个的水库的部分大概蓄水量都在80%左右，所以水的部分还好。市长，我非常赞成哦，也谢谢您的努力。我觉得五缺的问题要提高层次，希望能够行政院能够全力协助经济部排除，因为你假设现在投资环境不好，哪来的以后的进一步的经济成长？所以这一部分呢、啊、我跟委员缺水、缺电、缺地、缺工，你要全力排除。好，五缺有困难的话，在部会没办法解，我们就拉到院里面去，不然的话你明年不是像今天哦，明年照样。对，主席长，明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多少？明年，明年我目前的预估还是1.06，一点零六。明年跟今年一样是吧？明年的1.06，啊，明年我们还没有预估，要到8月以后。OK， 假设这些五缺的情况不改善，你要又面临大陆的在实施进口替代，我不骗你，明年会比你今年更差。好，主席长您先请回。那次长有个事情讨教，不敢。台湾自来水的漏水率在1993年的时候是23.78，是23.78。经过11年来的努力，到103年底是18.04，漏水率还是相当的高了。请教您，假设能够降低。其实降到完全零是不可能的。是，讨教您一个问题：假设降到5%以下，漏水率以下，第一阶段好了，降到10%以下，要投资多少？要多少人才做得到？因为我们一方面缺水，一方面漏水率又这么高，18%，经过11年的努力了，才降5个百分点呢。不是，那投资多少？那假设第一步要降到10%以下。要花多少经费，多少时间？好，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准备10年花600多亿来解决这一个漏水率的问题。那10年600多亿，对，那可以降到多少？14.25，降4.25还是降到4.25？降到14.25，降到14。对 ，OK， 10年的时间哦。对，其实我的想法，像台湾地区不景气了，
那像让自来水公司能够多一点这方面的投资，降低漏水率，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我觉得台水公司哦，应该有更大的幅度的投资，十年花600亿才降4.4%，4%，5.3%，5.3%。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谢谢主席，麻烦有请审计长，还有经济部审次长。哎，审计长、审次长，请。黄院长、委员长，哎，审计长还有次长早。那个今天呢、啊，就有关于经济部在103年、2014年决算的报告，那有一些部分呢、啊、是我看不懂，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啊，就教一下。那首先呢、啊，请教一下审计长，在你们报告的第七页下半部分第三点呢、啊，提到就有关于啊政府补助民间企业进行产业创新活动的计划，部分补助的案件执行内容及研发的结果与前年度补助的案件雷同，不同的研究计划执行成果的委托检测结果及量测数据相同。请问一下审计长，这怎么回事？是的，就是在跟委员报告，在这个政府来补助民间进行创新计划，因为这个从101年到103年度来，继续来做一些补助。那我们在搓查的时候，发现在这中间发现有几个这个主要的缺失，那么包括在补助案件的执行内容。那么跟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呢，跟以前年度有一点这个相类似的，那而且呢，这个数据这边有异常的情况。还有讲的比较直接一点的、啊，相同计划重复来请领的这个情况。对啊，审计长，你在报告里面写的很婉转。我最直接的问题啊，我想要请教的是啊，不同的研究计划结果最后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那根本就是在造假。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初步发现在书面资料异常，那已经通知这个主管机关，他们来做进一步去。来，请经济部。是的，委员好。就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过去就是有发生中小企业处跟工业局的补助的计划有重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成立一个机制，就是建立一个 database。所以如果以后厂商在做这个重复的申请的话，我们就查出来，那过去如果被我们发现的重复的话，我们追回来。所以现在发现有重复的，或者是拿同一个研究成果向不同的单位申请，搞到不同的研究计划，甚至不同年度的数据竟然是一样的，总共有几件？这部分我会来请我们这一个，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啊？好，把总共的盘点一下再给我们总共的件数是，请领的金额好，追回来的金额好，涉及的厂商好，这四项资讯做一个前面盘点。是，谢谢。没有，我非常哦支持经济部啊，去协助中小企业啊进行创新的研发，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国家的资源必须要有效的利用。那如果说当国家补助中小企业去进行研发的时候，出现了这样子不同年度用相同的数据 data 去请领政府的经费，我相信从任何的角度上面来讲，这个绝对都是资源的浪费。这个不应该，这个绝对都是资源的浪费。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啊、次长的是说，今天在审计部的报告也点出来，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我们每年、啊、都出现、啊、短促、啊、的现象。那这个情况已经严重到去年立法院曾经也通过一个决议，要你们重新的去检讨这个基金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那我看到你们所提出来的回复意见说，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对于扶持中小企业的意义非常重大，因此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看了这个数字以后，我只有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年年短促到底什么时候会停止？
改善的机制在哪里？大概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也发现到中小企业对这一块来说的话，发展基金对于扶助中小企业呢是有相当的效果，所以这部分我们准备今年要再提一个案子报案里面去，再去争取这个预算。没有，你们要继续提这个案子哈。对，我说过了，就是对扶持中小企业的这个政策方向， 我个人是赞同的。对，但是我每年啊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会想要问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子的表现，这样子营运的状况，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获得改善？大概我们是这一次我们在检讨预算也有考虑去把它调整，但是刚委员说大概多久会全面改善，给我们两年两三年时间我们 来努力。没有，因为你们新的政府才刚上任嘛。是的，我绝对愿意给你们时间。是，之前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要直接归责在你们身上可能是有一点不公平的。是，那但是我今天把这个问题点出来，就是希望经济部在成立各式各样的基金的时候，是都是拿纳税人的名脂名膏是去做填补，那我们总希望能够看到具体的成效。是，要不然如果现在客观的数字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都不晓得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改善。那今天次长说了两年的时间没有问题啊，我愿意给你时间。那今天讲的我们会留下记录，过两年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啊来检讨。那跟这个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啊的 performance 有关系的，就是在审计报告里面的，这是另外一点我看不懂的。南港软体育成中心在你们所设的所有的育成中心里面的表现算是相对好的，它的整个报酬率在过去这几年高达 20.19%， 远远高过本来预期的平均值。那即使是这个样子，你们每年大概平均还是要投入填补1000万，这个是怎么回事？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这个部分呢，用补贴贴补也不是办法，所以现在我们改为就是等于呢，促餐一样。没有啦，这个我了解啦齁，你在后面有做说明，但是我现在在问的是，如果说一个育成中心它的年报酬率已经这么高了，远远高于你们本来的期望值，结果每年还发现短出1000万的状况。好，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像南港育成跟南科的育成中心，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它用促餐然后助户盈亏，我们已经调整过来。没有关系啊，你讲的是未来事嘛。没有没有，已经开始进行了。就是好，现在开始进行了嘛。对，这两个。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是说，为什么过去它的 performance 是这样，每年还会短出1000万？我相信你们内部应该有做过一些分析报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报告给我？因为我光看审计部这样的报告，我完全看不懂。早期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一开始的话，那个 incubator 要有一些仪器啦、设备啦，没有关系啊，那个时间有限啊。我们整理一份，就把那个资料整理好再给我，好不好？ Okay， 好，谢谢委员，谢谢。然后第二个吼是地方产业发展基金，这个当初啊是马总统的政见，希望透过一乡一品这样的精神，那协助地方啊发展产业，结果成立了7年。花了24亿5700多万，有达成普及跟亮点这两个策略目标吗？大概跟委员报告，初期那时候框内呢有期待，就是有一个蛮大的数目住，但是最后呢因为财政困难，所以呢本来300亿，结果只才29亿，所以呢是有落差的。没有啊，你说财政困难，显然你的意思是说钱花的不够，所以没有效果嘛。但是我看的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为什么看的不是这个样子啊？你们有一些特定的区啊，像新竹市东区、新竹市北区、新竹市香山区，他获得的整个补助的计划的次数高达5次，7200多万、7200多万、6600多万。连江县也是一样，
结果你们这一些少数特定的县市获得的次数这么多，补助的次数这么多，金额这么多，结果在最后这整个计划的成效报告里面，至少你知道补助这么多的有发展出什么特色产业出来吗？在你们的成效报告里面，这跟委员报告，因为当初这些计划我们都是由这些所谓的评审委员去评审，然后去做评比，然后去排出它的 priority， 那有它，所以显然是评审有问题嘛。那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比如说像刚委员提到说，怎么就是光新竹市就有那么的那几个区那么的频繁，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一个管控机制。哦，管控机制没有，你好，现在在讲的是未来的事情嘛。我知道你们从2015、2016以后开始发言这件事嘛。对。但是我现在在追究的是说，你说政府刚刚跟我讲的答案是说，因为政府的钱花了不够，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政府的钱全部丢到水里面啊。这个不，一点效果都没有啊。这部分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来检讨了，因为这个整个全部大概有368个乡镇，我们尽量还是要所谓的呢那个面，大概339个乡镇这样来、哦、做一个补助的对象。不是啊，你们成立这些基金哦，要扶植中小企业，要扶植地方特色产业，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赞成，这为了拼经济，然后让一些乡镇能够发展出他们的特色产品，但是钱不是这样子花。这根本是在乱花钱啊！这些钱丢到水里面，结果什么产出都没有。在监察院的报告里面一样哦，是地方产业发展基金哦，地方政府报了，后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做，又取消了。市长，你知不知道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浪费多少钱？跟委员报告一下，那时候3、4年前，那时候大家都很积极的，然后不熟悉，然后就光提案，啊，提案到最后做不下去，所以3、4年前这样以后，往后我们整个制度都改了。嗯、你在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我刚刚跟你讲的哈，是浪费了超过3000万以上，就是光跑这些 paperwork 跟你们申请，那、啊、你们准了，那 后来他又说他不玩了，就光这样就浪费了3000多万。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早期确实各乡镇都不熟悉，啊，不熟悉以后我们主动发现，以后我们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就把它打住，就取消。OK， 时间到了，但是我只有问很快最后一个问题哦，电业法的修正，电业自由化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是就有关于我们现在所采取的电力供应可以说是完全垄断模式，是接下来你们希望朝向的发展方向。是单一买方模式、批发竞争模式，还是零售竞争模式？这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往后呢是零售竞争模式，长网分离。那以这一次你们行政院打算要推出的电业法的修正，是会直接走到零售竞争模式吗？大概会朝这个方向。所以这一次就会到零售竞争模式，大概我们会把整个电业自由化呢朝这个方向来做。那个主席站起来了，我只很快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零售竞争模式的话，电业管制机关你们现在的安排是什么？我们会由一个所谓超然的一个管制机关，因为这牵涉到既有的中央，所以是行政院里面二级的独立委员会吗？这部分我们还在规划。還在規劃，所以七月的时候草案就会提出来嘛。七月底，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在列管这个进度。Oh, okay. 好，谢谢市长，谢谢委员，谢谢。现在请吴秉睿委员质询，吴委员请。主席，麻烦请沈次长。次长。委员好。啊，早哈！我们国营事业，尤其是台电啊、中油啊、跟自来水，都有做顾客满意度的调查，这个你知道吗？应该会做这一块，因为国营会在整个绩效考核应该会去要求。所以绩效考核是靠这个民调做出来的吗？成绩都非常高，哦、你看这个台电啊，8.87分，这个中油。分四项啊，整体满意度92.6，台湾自来水90.7啊，高得吓死人。你知道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成绩这么高？总分100分哦。
满意度几乎九成多啊。台湾的国人对我们的国营事业满意度这么高，这我以前还不知道呢。跟委员报告，这个国营事业它如果真的呢是要好好的来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是要一个超然有意义的一个顾客满意度才有用，因为这样才能回归到它整个在所谓的在行销方面才有帮助。好，你很聪明。下一页，跟你讲为什么有这个成绩。第一个，这是一个诱导性的问卷呢、啊。我以台湾中油的问卷为例，发生无预警停电事故时，对于哇，这是台电了、啊，台电公司会全力抢修，尽快恢复供电，请问您会给几分呢、啊？是问这样的题目，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充满了对台电的肯定，之后再问说你给几分。第二个，对于台电公司今年度的无预警停电次数比去年少。请问你会给几分呢、啊？问卷调查里面是问这样子的题目，所以你这个问卷调查哦，如果是要这样问卷，不问也罢，拿国家的钱在浪费嘛，你问不到真正的答案嘛。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部分这些我们会请国营会来整个通盘。好，再下一页 ，Y 七扭八的人口结构跟你的取样标准完全偏离呀、啊。我以新北市为例，新北市的人口占17%，中油抽样的比例只有9%，台电14%，所以跟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也不对。在最后一页，我很快速的哈，这里是最神奇的，用十分数的量表来访问受访者，但是他把它转换成积分的时候，如果你十分量表是1到10分。当得分是1到2分的时候，转换成55分；3到4分的时候，转换成65分；5到6分转换成75分；7到8分转换为85分；9到10分转换为95分呢、啊？这个还没有调查就先及格了。所以哈、哦，最后一点要跟你提哦，都是同一家民调公司做的，都是用这个方式做的，连续几年都是这样做。何必这样掩耳盗铃呢？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我会请国营会好好的来针对这几家的民调呢，好好来检讨。好、哦，我是现在跟你点出问题所在哦，不要继续这样子。是。过去美化，过去这样子装饰的方法，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我想我们立法院不要再接受这样的方式了，好不好？好，那你下次做问卷的时候，给问卷给人家客观的民调公司看一下嘛。好，再来请中油的陈总。中油总经理来。那个次长哥先请回座，没关系。中油是台湾唯一的油气探勘业者哦。是台湾中油公司的探采事业部嘛，对不对？是。我看看你们的网站上面哦，中国石油，台湾中国石油公司探采事业部的网站，事业部上介绍说，主要业务为探勘跟开发台湾陆上海域的油气地热资源，以国外地区的油气资源跟相关工程业务，还提到说拥有澳洲 ACP 32 ACP 21矿区、委内瑞拉东西帕利亚矿区、厄瓜多16、17号、印尼3+3+等7个矿区的工作权益。我先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是民国几年的资料？这是现在的资料。现在的资料。是的。那你知道台湾中油退出澳洲 ACP 三二矿区是2006年的事情了吗？是那个报告委员，因为现在在澳洲除了 ACP 三二跟 ACP 二十一之外。事实上还有另外两个矿区。对了，那我刚刚讲的你们的网站里面，你现在在台 ACP 32嘛 ？ACP 3210年前就退出了，结果你的网站现在的网站呢、啊？所以你的网站10年都没有更新了、啊。哦，所以再来，委内瑞拉东西帕利亚矿区，台湾中油还没有退出吗？报告委员，这个部分在跟委内瑞拉在进行谈判，后来进行诉讼。2007年呢，委内瑞拉
这个总统强行把这个收归国有了，是，而且仲裁案已经结束了，你根本就没有这个矿区了嘛，所以你的网站真的是很有问题了、哦、再来有三个，因为这个油气探勘事业本来就是因为高风险，我现在讲了三个岌岌可危的矿区哦，你看你怎么样？第一个是澳洲的 ACP21， 那我们拥有 30% 的权利哦，2004年底投入，超过10年。据我的了解，矿权延展到2017年的1月12号，换句话讲，剩下6个月。是。这个还有希望找得到吗？探勘得出来吗？报告委员，现在这个部分目前还在评估中，大概机会是不大的。那机会不大，请问中油这样子投资花了多少钱啊？这一个矿区啊？这个矿区我要回去详查它的细部资料，再跟委员提供。第二个是查德矿区，投资更多70%，看从2006年1月到现在也超过10年，探勘截止日期是2017年5月，也就是剩不到一年。本来预期今年的2月要向查德政府提出开发计划，现在中油公司有如期提出吗？报告委员，现在这个计划在本来是在上个月的董事会要提出，但是因为现在在请另外一家那个 Strindberg 在做再一次的确认。是啊，所以剩不到一年哦。查德政府会核准吗？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来讲，他已经有核定了啊。那么只是说后面的开发计划的部分，到底是要铺管线，还是要用这个油罐车在运？现在这部分正在跟相关的油管公司正在提。好，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利比亚，是已经超过2007年开始到现在接近10年了，目前状况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时间也快到了吧？是，跟委员报告，利比亚原本是义务井，有三口井要打，打了两口井都是干井，第三口要打的时候，利比亚发生国内的这个军事的问题，所以我们人员撤退，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回去。好，来再来下一张，这是我们这近十年退出的撤退出来的矿区了啊。中国台湾中国石油公司投资探勘不如预期退出矿区27个。啊，这个缅甸低矿区投资30%，2013年参加，现在要退出。我想要了解，这27个撤退的矿区，台湾中油总共投入了多少资金呢、啊？这个每一个地方的状况不太一样。好，我了解。那是不是给我们一个书面的说明？是，好的。我想了解说，我们这些探勘事业部花了多少钱做这些探勘？啊，探勘的结果是怎么样？投资本益比是多少啊？能不能说我投资？我当然知道这个高风险，所以并不是每一个矿区都要很可能会 有探勘到，然后有开采。你好歹你跟我讲说，我投资了30个矿区啊，有几个可以开采吧？如果你一直在投资这个完全就探勘不到、完全没办法开采的矿区，那我是不是随便随便便便你报一个矿区就来，然后就让你去探勘呢、啊？啊，就去花钱？你们事先的评估标准是什么？是什么样子的？评估标准让你觉得这个矿区有探勘的必要，探勘出来之后才知道有没有开采的价值嘛？好，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第一个大概是要先评估国家的风险了哈。那么国家的风险之外呢，其实基本上来讲，我们会去做地质的调查跟整个的政策。那么一直到要打井的这个阶段，大概才会花大钱了哈。那么刚刚谈到像查德的部分，基本上来讲，现在就你打了7口井。啊，就打了7口井。那么如果说评估它有足够的开发价值，我们就开始接着做开发计划。本席几年前还记得你们大肆张扬说在查德查获了多少的油气，光是那个产出，不要讲天然气，光是那个石油哦，一天也可以多少万桶啊！哦，那时候大家说，哎呀不得了，要赚大钱了、啊。结果看起来也是镜花水月。那个跟委员报告，我们查德打第一口井的时候，大概是一天9800。就那一口井一天大概可以产9800桶，这个大概是伊朗油井的水准哈。那么后来当然陆陆续续打了7口井，有些井打得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整体来讲，我们查德现在开发计划已经正在准备，我们大概明年是准备要开发的。详细的部分我是说你要注意哦，你的开采时限人家只给你到明年啊。是是是啊，你这个开采计划你不提出来，到时候好你探勘了这么多的油井，开采换查德再开采啊，跟你中国中油台湾中油没份啊。不是，跟委员报告哈，今天到明年的五月份，这个是所谓第二探勘期的截止期、啊。是，在这之前，只要我们探勘那个开发计划能够提出来，基本上来你的 approve 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好，所以我是希望这个还有审计部也要了解。是，这个
油气的探勘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投入，投入了多少金额，得到多少成果？我觉得这个东西要透明化，让国人有个交代。好，好，谢谢你，谢谢。接下来请赖世葆委员质询，赖委员请。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请一下主机长好吗？主机长请。喂，你好。你好，我请教一下，你现在开始编下一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没有？有，已经开始编了嘛？哈。对。那资金缺口大概会有多少？资金目前我们并没有缺口。没有。没有，每一年都2000多亿哦，你今年不会有。那个是花债的话，今年不是，我是说你的收入跟你支出嘛，一边 对，那个、一般来讲跟税出的，对，一般每一年大家都2000多亿，大概2000亿，规模差不多跟去年差不多。对。好，那个你的国防预算怎么样？国防预算的话，我们目前大概是三千多亿，增加还是减少？目前大概不会减少。不会减少，会不会增加？增加的话，那个最后，还要看那个，因为国防部目前我们给他的额度跟他的额度还有一点点差距，我们在协议。你不觉得一个物色啊，这样1亿就跑掉了，这样你不会觉得很痛吗？心里很痛吗？感到遗憾啊，感到遗憾。对啊，这样子扑噜1亿嘞，几亿嘞，就不见了。我们编的要死，你那里找钱找的要死啊，是不是？我等一下再问那个审计长好了哈，这个总裁有说了哈，现在来讲的话，要救经济，没有，稍等一下，这个中央银行的这个彭总裁有提到，为刺激经济，大概你都很清楚嘛，我想你也是专家之一了哈，这里面过去就提到的货币政策啊、财政政策，我看他大概要不断的强调，货币政策大概用到极限的，他是说，其实可以考虑哦。这个财政政策，所谓财政政策，那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你的举债上限要不要提高，这一部分你怎么看？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预算编列哈，就是在税出的话，抱歉，不会比2015年度少，不会，就是说明年的那个税出不会比2015年度的少。会增加多少？目前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那我们有个原则，就是不会超过 GDP 的那个过去三年 GDP 的成长率。所以举债上限你不打算提高？举债上限应该是就不要去动它。那个举债上限要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彭总裁认为要刺激经济，可以考虑调高举债上限，就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可以说尊重彭总裁的意见啊，但是不是你不采纳。最后的话，我们也要看说各单位他提出的计划是不是会确实有必要的，不会。因为出口已经连17黑了啊。对。所以这时候怎么刺激经济啊，其实是蛮重要的，对新政府来讲是蛮重要的。那适度的财政的一个扩张，我相信。在这样的景气低迷的时候，人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啦。但是要不要动到修法让举债上限提高，这是有另外一件事情的。跟委员报告一下。也就是说，我的 point 在于说，如果能够不动那里，但是财政支出还是要增加，扩张性的财政对经济应该是有帮助的吧？事实上，我们在就是说，如果是认为说有刺激经济，而且确实将来的一些建设啊不会变成浪费的话，我们都是会乐意的支持。老百姓的看法一定这样子了，随便一下这样子飞弹一打就1亿跑掉了哈，国防预算少一点了，国防预算少一点了，经济支出多一点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经济支出啊每年在降低耶，很惨的，对不对？然后你这样空那个国防预算编这么多，1亿就没有了，下一次再2亿就没有了。跟委员看了心在淌血啊。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的国防支出，每年的成长率是有限的，都维持不应该成长啊。老实说，你现在来看的话 ，size 已经够大了，对不对？大而不当啊，变这样子，好吧？你请回，我们现在请一下审计长，好不好？来，主席啊，
沈局长，请。赖远照。沈局长，我请问你啊，那个熊山飞弹的物色花了1亿，审计部怎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要求要国防部这个账怎么报销啊？是的，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跟遗憾的事情哈。那么最主要就是说，在一些标准作业程序，那么他没有经过这个在像简单就是在整个内控来讲呢，他不应该说一个人从头玩到尾，那应该是要有一些机制。我想这个部分国防部应该这个要非常正视这个事情来建立，特别这种尖端武器的各种这个在他的标准作业程序。没有，实际上我是问你啊，他那个账怎么处理啊？这一亿怎么处理啊？啊，物色，科目叫物色，对不对？这个物色损失一亿，还怎么处理？账怎么处理？你告诉我。在账上他这种支出都是算一般的这种经常性的支出。经常性的支出。对。你不会追究吗？审计部不会在这个事情追究吗？没有，在第一个，他国防部他本身应该要已经第一波的轮数的一些惩处都已经处理了，那最主要就是要后续怎么样来防止相关的措施。当然我们会来追踪他整个后续的一些管考这个程序的建立。好，审计长你先是，你先等一下下哈，谢谢。请主席再请一下经济部的次长跟台电总经理好吗？来，经济部次长还有台电总经理。委员好，两位长官好啊。那个审计部的审计长这一部的报告里面呢、第29页提得很清楚啊，就是核一厂、核二厂，那种叫做用过的核子燃料池的空间呐、预估都满了。那个次长或者总经理，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核一厂的一号机现在看起来大概就几乎是提早除役了啊？那核二厂的医药机也到今年的11月，也就差不多满了，满了就除役了，变这个样子啊？是不是就提早除役了？是不是这样子？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核一厂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把它整理好放在那边，然后呢，最重你讲医药机是吧？对，医药机，医药机就停摆嘛，现在停摆。我们就是还是要循程序。还是风险管控无疑的时候，然后做好社会沟通，然后真的是穷尽所能，然后真的电有不足的时候，然后呢社会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再来启动合一、是这样。这份报告你看了吗？我有看。这份报告就是审计部在打你们枪，就变成说你那个储存的地点进度没有进度，你怎么来回应？因为这个进度来说的话呢，因为这牵涉到很多的因素了哦，那这还要跟人能会啦，还有跟社会沟通等等，这个是现在是最终处置的场址，到现在没有着落嘛，对不对？还在努力啊，还在努力。有没有心目中的，还是说已经在沟通的？有没有？因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还要花很多的时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啊，你找不到了，台湾找不到了。连外岛找不到了，也找不到了。你现在怎么处理？现在就靠这个燃料的储存厂。对。然后现在这个又停摆，所以基本上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就是核一厂的一号机、核二厂的一号机，甚至于核二厂的二号机，都会提前除役哦。这部分我们是这样，我们一定第一个要先做好这一个所谓的安全无疑。然后做好风险管控，第三个我还是强调呢，要社会共识。然后我们目前现有的机制，我们一定要做好。社会共识很简单啦、就是不要核电厂，然后你不能缺电了，就这么简单了。社会共识就这么简单了。我们一定对不对？不要核电厂，不要缺电，都是这样子啦。把现不要这个火力污染啦，把现有的机制把它照顾好。结果真的如果竭尽所能，现在的备载容量怎么样？大概算起来，这一个礼拜大概是3-6%左右。3-6%。对，备转容量率，备转容量率。在过去来讲，低于多少就有限电危机。大概我们现在有分好几个阶段了、那你们的里面公开都要讲的。大概如果说万一如果剩50万千瓦，就是剩几趴了？几趴了？啊？几趴？
几趴的话大概一点多啦，像一点。不是不是，你们确定危机不是一点多？你们的官方写的是6%还是7%？那个是过去呢备用熔乱率，备用熔乱率哈。对啊。那这个就是有一个结构。现在可以降低了哈，配合新政府又可以降低了，降到1.5%是吧？那个七点多就有限电迟疑，迟疑而已。七的话，七以下有限电危机。7.5%是了，对不对？七点多迟疑。那现在平均3到6%，不是每天都在限电危机的可能发生底下。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机组再做好运转维护哦。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一样，就是呢在节约能源方面我们要来加强哦。那万一如果说备转容量率再低的话，我们在负载端跟这个供电端我们都有一些应变的措施哦。我们希望一定要做到呢，不要缺电，不要限电。这个我刚刚讲的哈，以现在来看的话，核一厂的一号机几乎已经停摆了，就是提前除役的了。它是可以用到几年？107嘛，对不对？大概它可以用到107嘛。但是现在因为池子满了，这个问题池子没有解决。那是107年除役。对，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就等于是除役了嘛，基本上就等于除役了嘛。我起来，对不对？就放在那边，然后万一有备了，真的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但是一定要社会公司，现在来讲，社会公司就跟你讲，不要核电，不要脏的电，要干净的电，又不要缺电，价格要便宜，就这么简单。公司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来努力啊，来努力的，努力啊！哎，这个长子的问题啊，我觉得要赶快去解决。但是短期内我看不到你的 solution 了，你也没有任何 solution 了，是，对不对？你现在来讲，通融人家都不要啊，放哪里？没有地方可以让你放 啊，所以。而且全世界的核电厂的处理方式也都是在当地，就是发电往下走，集中管理这个趋势，世界上也是这样趋势的哈。这一部分呢，我觉得有必要对外界啊做更清楚的说明。是啊，这我们来沟通。接着请余婉如委员质询，余委员请。主席，各位同仁早，有请次长上台。来，沈次长。委员好。陈次长早哈。早。是这个台塑在越南合进的这钢铁厂的这件事情哈，就要赔161亿5亿美金哈。这件事情次长清不清楚？所以我们随时都有跟我们置业代表处保持联系，都在保持联系哈。那所以我想就这个部分来跟次长请一些问题哈。是，次长，你现在清楚说中钢投资合进钢铁厂的这个金额跟持股比例吗？大概25%。25%，那金额大概多少？大概那时候我记得整个计划是100亿美金，大概3000亿 rough 了这样。嗯哼。哦，详细我再给一个详细的正确的数目入。是哈，那这个台那个他这个哈合进钢铁厂，他大概总共有多少席董事？好，那董监事，那中钢他占几席董事？中钢占两席董事，两席董事嘛，哈，因为这些数字跟资讯，我在两个官方网站上面都看不见，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来提供这个，我们来提供哈，其实是应该要揭露的嘛，哈，我在讲的是一个揭露，这没问题，这坦荡荡。好，那另外一个这个是哈，我们整理的中钢投资台塑哈越南合进钢铁的时程表。我们可以看到说中钢五年来砸了350亿元，至今都没有办法好让它运转。那经济部怎么投资，怎么评估这个投资案？五年了都还没办法启动，你们怎么看待的？因为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它是这个有一个计划的期程在做，那到目前呢是大概呢已经建了一个段落，现在最近就是高炉要点火。嗯哼。哦，高炉要点火。事实上听起来没有什么评估方案啦。那这里大概有两件事情发生，就是去年前年513这个暴动事件嘛，那时候真的是 delay 了很久，对，整个就荡下来了，对，整个工程进度荡下来。然后最近呢，就是发生这个中部的省份的这个污染的事件嘛，对，舆情暴毙的事件哈。那我这边有个资讯，就是说中钢的前董事长郭若琪哈，在他是一手主导。
中钢投资台塑的这个投资案，它是在2015年10月1日闪辞哈。我想问一下部长，了不了解他闪辞的原因？你说他？他在2015年10月1日闪辞，就是辞掉了这个董事长的这个中钢董事长的身份啦。那部长清不清楚？次长清不清楚他闪辞的原因？这我不清楚。不清楚哈。是的。那我是其实想要强调是说。这个投资案显然是有很重大的一个疏失，他指出了一件事情，代表说我们台湾的国营企业，从国营企业开始带头都没有好好重视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台塑在和越南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样一路以来和风雨飘摇，有非常多的社会事件是没有好好处理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中钢在这个过程里面减少他的降低他的投资或降低他的持股，反而还持续在前董事长的手上加码投资台塑，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吼。所以我希望这个经济部能够带头开始，从国营事业开始来呼吁重视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同时也要呼吁台湾的商人台商也通通都要开始注重这个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牵连到我们的国际形象，以及对台湾企业的信心是非常薄弱的。好，跟我们报告一下，这个部分确实是会伤到我们整个台商在国际的一个布局上的形象。是，而且不止这样子，中钢的投资里面有部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库的钱，等于说是全民哈。是。台塑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民众来买单，连金额多少都算出来了。所以说，其实这个企业社会责任不重视的话，其实全国一起倒霉啊。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也是带来一个启发，就是他在试车的时候电断掉了，结果呢监控的各方面都失去那个的时候，他当然可以推给是下游厂商，这个是，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外包厂商他可以这样子推诿给外包厂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台塑在台湾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争议的，大家是有共识的。好，那作为这个国营企业，中钢在投资的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带头注重这些事情？这部分，不然这影响我们整个南向政策，也对于我们台商的形象是很损伤的。这部分我会透过呢，我们这个投资业务处啊，把这些我们台商在这些海外布局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case study。对，因为到最后，到最后呢，虽然是承包商，但是呢。你厂商还是要盖瓜承受，是，不只是这样子啦吼，这个企业社会责任该怎么推，我希望说经济部这边也可以带头来想一想吼。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整个台湾的经济的活动越来越衰落吼，我非常的忧心，因为台湾其实还是以中小企业吼为主体的一个经济体，那依据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这个条例里面指出，中小信用基金主要是来支持这个支撑这中小企业的这个借贷跟融资的最重要的支柱嘛吼。那主要资金是来自于公部门跟银行的捐款，是吼这个部分。那我就这些数字来跟次长来做一个请教，还有处长吼。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数字，可以看到就说吼，这个信保基金在去年吼金融机构的捐助达到62.13%。好，法规上面是说35%，看起来是远远超过哈，但是我没办法拍手，原因是什么？我们发现过去这五年来，政府捐助给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钱一直在递减。我想了解说，这个部分政府是什么心态？是欺骗我们中小企业吗？还是说一方面加码说我们要扮演这个创业的活水，可是在过去这五年却对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投资是递减，而且递减幅度非常大。我想问市长，这是什么原因？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过去确实我们也发现到这样的一个严重性。我们到过去呢，在院里面我们也跟毛院长也争取，所以呢他也感受到这样，所以政府也率先呢再来加码，然后唤起呢金融机构呢相对来加码，所以呢可以看到去年是已经改善起来，是去年数字有改善，对，所以我还特地呢去颁了奖给这些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是我肯定次长的做法了哈。是，那我想问一下，就说哈。这个金融机构的捐助比实际上过去这几年一直都徘徊在20%几，那这部分有没有办法提高？你们有什么样的对策？
这个部分我们会好好的来跟我们这些金融机构的主管，我们好好来谈。对，市长如果有困难的话，政府要带头啦。对，如果有困难的话，让我们知道嘛，哈，因为这个跟金管会也相关，我们这是财政委员会嘛，哈。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有几个现象，我们也不太理解，想要请问市长，就是说我们看了2015年度的哈这个新的承保户的融资金额，我们发现哈高额融资就是3200万跟6600万的比例哈。不小，可是根据中小企业的认定标准是资本额是8000万以下，然后年营业额是1亿以下，他再贷到6000多万，我是担心会有排挤的效果啦。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发生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怎么样的原因呢？这个我在猜，应该是几个比较所谓中小企业，他面临呢这一种比较呢比较大的投资案，他要转型的时候几个个案啦。这部分我们会来注意这个刚文提醒的排挤两个字，我们是担心排挤啦，我知道，我知道，因为真的过去这几年中小企业都苦哈哈的，我们要从这个根来了解原因在哪里。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我们看了一下过去每件代偿金额6年哦，6年来平均每件代偿金额真的100万哦。好，我想问一下说部长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因为你们的这个代偿件数事实上在金融风暴之后是递减的，而且减幅很大。你们的这个代偿的金额其实也是减幅很大，可是平均每件代偿金额却平均升高了100万，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是你们的这个风险把关不当呢，还是怎样？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跟整个景气的影响很大，但是这部分我一直刚。就是委员一句话，就是如何严格把关，我们知道有风险啦，要把关啦，风险管控。我们知道是有风险啦，那也是说要继续支持。我们现在在，但是说我们还是担心是前面一个就是排挤的问题，这个东西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好，那再来就看一下信保基金的组成人员，我这边有两个数据，我简单讲，因为我时间比较不多了，主要是在于说我们的保证件数有增有减，可是在这几年我们看到外包的人数，就是外包人力增加。好，然后而且平均每一个信保基金工作人员平均每年的费用，我就不讲薪资，因为费用包含很多，是150万，外包人员是48万，悬殊差3倍。好，我想问一下，到底我们这个问题是就是这个代偿就是这个案件是有增有减，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外包的人增加？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部分说这么多人却没有达到相关的绩效，我们未来怎么改善？这是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也来了解一下这个怎么落差那么大。平常讲这一块我没有掌握，真的差很大了，85万跟40几万，这真的是差很大，对对，这个整个同仁在服务的态度上一定会有影响。好，我在最后一分钟，不好意思，主席，就是。我们在看，就是说信保基金很多的案件是来自于间接保证，就是由银行来介绍。其实，在银行那一端就已经风险把关了，删掉非常多需要这笔贷款的人，我们是非常痛心这件事情。我们鼓励信保基金能够做质保，那这个人员怎么活化跟活用，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300多人呢，这些资金都来自我们政府的捐款跟金融机构的捐款，不应该就这样躺着跟死水没有活络。好，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新政府非常关心新创产业跟中小企业，我也希望未来的政策能够多多听这个处长中小企业处的一些直接的意见。不好意思，次长，因为我来自这个创业圈，我们发现中小企业处是跟我们打拼的伙伴，我们希望他的声音能够也间接的直接的传递到经济部的一些政策的决策，好不好？因为我今天的报纸看到创业圈大家有所期待，是这部我们会来检讨，谢谢次长，如何来满足大家的期待。好，谢谢次、哦、长，谢谢，谢谢处长，谢谢。来，接下来请我们本委员会召委卢秀燕卢委员咨询，卢委员请。主席，帮我请主计长、审计长。哎，主计长、审计长，请来。卢院长。主计长、审计长，一般的民众如果损害公物的话，要赔偿吗？按照正常是要赔偿。那如果说有人把飞弹打出去，一颗1亿的话，要赔吗？这个法律的责任我并不很了解，谢谢。
一般的民众损毁公物要赔，啊，军工叫人员自己弄破边赔，啊，你跟我公平？那要看看。那如果说都不用赔的话，以后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啊？军工叫人员自己可以破坏公物吗？那应该看是不是可以归罪于哪一个人的责任。我的意思就是说，刑法上、军法上，或是行政责任，我想国防部或者是更高的层级他们会去处理。可是身为主计审计的人员，你们有没有要追究这一亿的赔偿？这个我们会去那个了解一下，是说主计人员就是根据相关的法令是可以去追偿，不过我们追偿的主要是指会计人员。结果就是弄破的人免赔，要去追偿会计人员，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哦？会计人员是看看有没有责任。啊，部长也不用赔，啊，会计人员要赔。你看大家都笑了，现场都是会计人员吓死了。不是，我说如果是会计人员的责任，就会计人员要赔。那这次是会计人员按钮吗？不是。那为什么他要赔呢？啊，我的意思说，我们主计法令是规范会计人员。审计长，你表示意见？是的，在各机关他监管的这个财产，如果说有这种毁损或是意外事故遭受损失呢，那他们在依照这个目前的这个国有财产法跟审计法规定，他是要做一些审核的程序来检讨相关的一个责任。只有检讨边不会，然后就大家就把它报销就算了，账就一笔勾销，然后我们的这个毁损的人或是有责任的人都不用负责任，那这样小老百姓怎么会服气呢？所以那个遗孀他就特别提到，就说我们是纳税人，结果呢被自己国家的飞弹打死，结果纳税人如果说毁损公物要赔，结果军工教警毁损公物啊，不但毁损公物，而且还造成这个民众的伤亡或者财产的损失，不用赔偿。你看你们的答复里面都没有提到，就说这个他的长官国防部长或者是参谋总长、海军司令，或是造成这次伤亡损伤或者是国家这个飞弹损失的人，他要负起连带责任，都没有啊。那这样民众怎么会服气呢？你们两位哑口无言，让我非常讶异。是的，就是在一般的这种公务员保管的财产，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应付的一个善良管理人的责任，那在一般的财产他是要负这个损害赔偿的责任。民进党政府一上任以来号称要改革，结果呢眼前就有一个例子，结果改革满口仁义道德，今天我问你这个问题就考倒了，你也不敢在这边表态，那改革什么？财务改革什么？那现在啊，到处跟人民征税，然后各种会费啊，各种规费要提高，跟人民处处斤斤计较，国家乱发射一个飞弹竟然没人要赔偿，结果纳税人自认倒霉，这是什么道理？好，接下来我要请教这个两位，请回，我请教这个经济部次长。哎，次长请。次长。您好。最近哈，就是你们一直在推动这个智慧电表嘛，对不对？是。那你知道智慧电表一直为什么没有办法推动？智慧电表虽然说，因为你们希望把一些用电能疏散到这个离峰的时间，譬如说晚上等等之类，那这样子它可能它的电费比较便宜。是。可是第一个前提条件，他要装智慧电表嘛，对不对？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他要签约。是。如果他没有签约的话，他如果说装了也没用，对不对？是这样子吗？那个就是牵涉到时间电价的问题。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为什么他这个事情你们到现在为止他推广的成效很差？第一个，你要装电表；第二个，如果装了以后你不签约也没有用啊，也没有用。好。那我们现在来谈签约。那你签了约以后呢，你说叫人民要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只要签200度，但是如果你用超过200度的话，你要倒赔、倒扣，你要有这个费用，对不对？是这样子吗？那个应该不是这样，我请总经理来回答一下，好不好？好，请说。那个鲍委员，主要是时间电价是在每天不同的时段哈、啊，那个每一度的价钱不一样，也就是在尖峰的时候啊，电价比较高，所以希望这个民众啊，装了一个采用这个时间电价以后，在尖峰的时候尽量减少用。我了解，但是我想请问，如果签约以后，它超过签约的度数会怎么样？我们有一个为了节约能源啊，在超过一个相当的数量以后啊，每一度啊要再附加一个价钱。在附加嘛，就是不便宜反而更贵嘛。是。那所以这就是人民的疑问，小市民经济，民众要我来请教你们，那何必呢？今天我不敢签约啊，因为老实讲，我对我的这个离峰用电有时候会怕没有办法把握。我如果跟你签了200度，结果呢，我超出了还更贵，那我干嘛签呢、啊？那我干脆第一个不要装电表，第二个也不要签约。所以你这个智慧电表，你没有办法。去大家去好像大家普及，第二个大家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就是把尖峰用电疏散到离峰来，所以民众就在讲啊，你这个智慧电表不聪明啊，台电也不聪明，你为什么第一个你就叫人家装智慧电表嘛？那第二个不要签约，不要签约，它自动就可以计算哦，如果你今天是这个你在离峰的时候用就比较便宜，这样就好了嘛。结果你超出了以后反而更贵。不是不是，委员您可能有点误会，我们是指哈有那个用电大户啊都超1000多度的那个，超过以后我们要给他一些加的费用，其他的不用，就是时间这个电价。所以你要这样告诉一般的民众，如果是一般的民众装智慧电表不用签约。不，只要他是那个签一个申请书就好，他不需要签什么约。不需要签约，你确定？然后他超，他也没有什么契约用电，没有。我们现行的这个时间电价，那个是有一个契约的，就是这个容量费率啊、但是我们现在新容量费率是多少呢？一般的民众。容量费率是看你要容量多大，一个千瓦是多少钱？一个千瓦是多少钱？这样子。是啊。所以换句话说，他还是民众要选择我要用多少容量的方案嘛，对不对？是。如果我要选用1000瓦的，那我不小心用到1000瓦以上，那结果要怎么样呢？对，所以呢，我们新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门槛降低，没有这个门槛，然后呢，一般的民众都可以自由加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所以他不需要选择方案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也推出了至少准备2种方案了哈。现行的方案，现行的方案是有要选择嘛，对不对？就是只有一种嘛。但是如果超过呢？不是，现行方案，您讲的是高压还是低压，要分清楚。高压的部分，我们已经全部是强迫时间电价。你不要跟我哈，咱们，你看你讲的我都听不懂，一般老百姓会听得懂吗？现在小老百姓只需要问你，是，我今天如果装了智慧电表以后，选择了方案或者不选择方案，就用这个智慧电表。如果我超出你上面规定的用电，我会用比较那个电费会比较贵吗？超过的部分会比较贵吗？现在的这个方案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准备新的方案改革掉。所以你现在方案是有问题嘛？所以你要改革嘛，对不对？什么时候要改呢？这个我们要问上级机关，抱歉，我们。你当到台电的总经理，你不就是上级机关了吗？不是我们的电费，你问了一个智慧电表，你还问经济部吗？我们的收费是要经过核准的，不是我们台电决定的。不是啦，你如果每个事情都要让部长这样子搞的话，次长这样搞的话，院长这样子搞的话，累死了。小小一个问题都没办法解决。第一个，你现在的问题就在出在这里嘛？那你也知道要改，那要改的时候，我问你什么事要做，你也说你讲不清楚，你不敢决定，哇。第二个，你看我第二个问题凸显出来，新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也没效率，也没担当的。第三个，我想请教一下哈，你请回那个台电，请回。现在政府说要推新南向啊，我看到你们的资料，新南向有包括越南嘛，对不对？是的。有包括越南。那最近台塑的王文渊、王瑞瑜，台塑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在西南向的国家里面，越南有关于那个钢厂 Kyung Kokkan
把他这个限制人身的这个出境要求他们赔偿，有没有这回事？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最主要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台塑在越南的钢厂。先不要讲，你有没有这回事？因为我们经济部在那边，我们不是代表处，国家代表处，我们是经济文化办事处，有没有？应该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还在谈的阶段了。所以不是他们两个的人，台商的人身安全没问题，那个没问题。他们两个有没有被限制出境？没有。护照有没有被收走？没有。你确定你有跟他们求证过吗？对，没有，因为我们都有在保持联系。有保持联系。对，而且代表处他们没有被越南政府限制人身自由，说他如果不赔偿的话不能出境，是这样子吗？没有。好，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说这个他的这个钢厂在越南要赔的话，那在台湾要不要赔啊？六轻他们也制造很多污染啊，台塑最近准备要跟他们求偿吗？如果越南政府这么强势，这么维护他们的环保，台湾会落后越南吗？这个部分应该来看一下，就是这个部分还在谈的一个阶段。还在谈，就是跟越南的环境部在谈，科技部在谈。不是，我在说你们跟台塑之间有没有代表台湾的渔民，代表台湾的民众，云林地区、六轻地区的，这个、就是说他们那么多年污染，然后你台塑要赔，有吗？没有，这个部分来说很简单，第一个部分一定要符合环保规定。如果没有的话，一切就是按照环保规定。那台塑在台湾有符合环保规定吗？这个部分环保署都有在监控啊，地方环保单位都有啊。嘿，所以第一个表示你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叫台塑赔过，然后你也认为它环保没有问题。哎，百姓跟我相信越南的标准比我们高哦，这是我第三个问题。不，这个部分大概这样。我关心的就是说，像台塑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的中央有环保署，地方有县市的环保局，一切都有随时有那个监控哦。那一定要符合规定。你们担不担心会引起连锁骨牌效应？如果台塑在越南都可以，它的环保标准有比台湾高吗？如果都可以赔160亿的话，依法令规定，那在台湾你觉得会不会产生连锁效应？不会，因为一切都是要依法令规定来谈。还有最近戴胜通在讲说，他上次跟着陈水扁政府去海地投资，让他血本无赔，所以他最近出来讲千万不要跟着政府走，也不要被政府新南向政策所骗，他要求国赔30亿。那他是不是被政府骗了？这不，我觉得这样，厂商到哪里投资最重要还是自己要去做好投资环境的评估，做好风险管控，这个是。所以不要相信政府。不是相信政府，这个厂商要拿钱去投资，厂商自己要有一套的一个投资环境的评估。嘿，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再来，请王龙章委员质询。王委员，请。主席，麻烦我请沈次长。哎，次长请。委员长。哎，次长早。委员长。次长，我想你应该非常的清楚啊，人口的高龄化事实上是目前是全球关切的重大议题啊。是。那在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快速的，就是说朝高龄化化的这个部分来发展。是。那高龄者所需要的健康照护等等相关的产品跟产业需求，事实上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也蓬勃的在发展。是。那健康照护是我们21世纪相当重要的一个发展产业。是。我想请教部长，我们在经济部标检局在之前我们整合了金属中心、自行车及健康科技中心、台湾电子检验中心，还有资策会中卫中心，还有阳明大学的多功能辅具中心等等这一些的单位，希望来建立台湾相关产业的标准，好，是相关产业的标准，然后检测和验证体系。是。请问目前进行的情况如何？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以目前来说，这部分从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健康照护是一个趋势，所以在这个健康照护的一个趋势之下，我们认为这个产业会起来。那会起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去把整个印花刷就把它建构起来，就是那个标准跟验证。是，那注意进度这个方向很好。进度好，我想现在进度现在的状况。好，我请我们刘局长来报告一下。好，请。各位委员报告，有关这个我们跟阳明大学这个辅具中心的合作啊，目前还是在继续。我当然知道在继续啊，因为还没有完成。现目前的情况如何？我不只问，就是说跟阳明大学的这部，他事实上是接受我们卫福部的委托。好，是。那在我们要建立的，就是说产业标准检测跟验证体系，目前的进度跟状况如何？我直接，好，你如果觉得太笼统，我直接告诉你，我们目前有颁布 CNS 15390，好，就是我们现在涵盖我们各种辅具好的这个部分的主要功能，那然后分成11大类。就是那个、那目前就是说哪一些类别已经建制完成了？哇，这个部分可能我一时半刻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回答委员。那但是在这国家标准的建立的部分呢、啊，那前阶段就是针对这些辅具的这些国家标准，那怎么样子能够符合这个这些相关人士的需要？这部分我还在跟这个阳明大学一起来研究。我想请问一下。这样子听起来，我们跟六个单位的合作，好像局长您知道的非常有限，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每目前的进度跟现在的状况，您都不了解。可能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这个跟辅具中心都有在联系。那有关这个我们每年有我请教您啊，除了跟辅具中心之外的话，我们跟自行车。中心他们负责什么？负责哪一些类别的辅具？不知道。我们资策会呢？是那个跟自行车中心这部分是属于这个轮型的，这些像轮椅的这部分，那轮型的这些通通由他们负责。哎，这部分是由他们负责。好，那电子检验中心？电子检验中心是属于这个电子方面的这个产品。好，那我请问电动轮椅谁负责？这可能是要它是轮型。他是自行车中心负责还是电子检验中心负责？哎，这个是属于这个像这个电动轮椅的部分，它里面会有一些电子零件，电子零件的这部分是由这个 ETC， 也就是电子检验中心来负责。那轮子的部分是自行车中心负责，自行车中心这边来负责。好，那整合起来的话，它的相关的标准由谁负责来做检测跟验证？整合的这个检测，如果是牵涉到电子零件，还是由这个电子检验中心。但整体的部分可能是会由这个我们有。我请问你，厂商送一台电动轮椅，他要到送到电子检验中心，还是要到自行车中心去做检验？应该知道吗？我们另外这个有，还是说分别送轮子送到自行车中心？然后电动马达控制器送到电子检验中心。我们现在跟这五个中心的合作大概是分门别类的哈，但是整合的部分我要稍微了解一下。所以你也不清楚，有没有同仁知道？今天的同仁可能，我们今天同仁这个负责的是我们六组的同仁，今天六组同仁没有来。好。那会后我们会跟给我资料好不好？是，就是我们十一类的辅具，分别有哪一些的单位负责去建制我们的产业标准检测和验证相关的标准，好不好？是，是这十一类的，就你知道十一类的辅具，好，我们的 CNS 15390的标准，您知道吗？好，这十一类的分类。很清楚哦，是好这样子的资料，请会后就说我们来提供给委员。那我请问，好，就我们部里面，好，我们部里面
对于我们辅具产业的，就是说发展能量，好，我请问就是说，我们经济部次长这边的话，对于未来国家，不管是发展长照体系，好，或者是满足声音障碍者使用的这一个部分，是以目前的，就是说我们发展这样子产业发展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目前的，就是说您觉得是不是符合需求？目前整个产业的发展，这个部分我跟委员报告，过去呢我们就发现到，第一个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所谓的健康照护衍生的辅具的需求很大，那衍生的需求很大呢，这个部分呢会变成一个产业化的东西。对，那这部分呢我们会请工业局来把它纳进来。我请问，就是说，市长您就您的了解，是、哦、我们目前的产业发展。它的能量，哦、就是说在是发展的目标等等的这一些上面的话，能不能够符合我们的产业的需求，能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这部分来说的话，最重要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技术能量，以及国人的这个形态各方面这些呢，我们都会。我知道，你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不足的，还是有余的？还是如何？我对于满足国内市场，好 ，OK， 好，或者是满足我们长照政策的发展趋势，这个部分大概这样，我们会去盘点，盘点有些哪些是不足，不足的要用法人科专或者是业界科专来支持产业界，然后把这个产业带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没有盘点过。这个部分应该有了。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如果必要，我们经济部哈，对。事实上，辅具的这一个部分，的相关的服务或者是相这一个产业，在长照的这个里面的话，是可以盈利化的。是，好、哦，这个在相关的团体里面，或者是我们的政策上面都是如此。这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所以还有一个是，它不只是在台湾的市场，还有在国际的市场上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国际在这上面的，就是说研发，事实上日新月异了。对，整合就是说目前相关的，就是说科技在进行了，所以这个需要就是说产官学界一致的来做努力啊。那台湾在这一个里面，我们起步已经晚了，已经慢了。那我们下面有什么样子的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就是说方法，可以迎头赶上？可以让它成为我们新兴的产业，您觉得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这个应该是有机会，我们就会如同刚刚委你提到的，我们的这一个自行车中心，以及我们现在协济中心改为健康照护的这个部分，它最主要就是在辅具方面、哦、然后有支策会，还有工研院。哦、然后验证的话，电子检验中心都会进来。市长最重要呢，最重要，我跟委员报告，硬体、软体跟应用服务模式这三个要三合一起来以后，然后变成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这也是以后高龄化社会健康照护呢一个新的产业的机会。本局认同市长你的看法，好，就是说在这上面的就是见解，是我非常的认同。是，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有想法没有做法，这个我们会来做、哦。我们具体的做法是什么？这样，您可以提供吗？必要的话，我请我们工业局一套资料给委员。哦、所以在多久可以给我？就是我们相关辅具产业发展，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里面 是不是？好，那、谢谢。我想在这一部分的话，我们怎么样子让相关的，就是说产业能够发展，能够因为过去我们已经感受到高龄化社会的来临了，健康照护是一个机会的政策，对，支持国家长照的政策，让有需求的人得到满足。那在这个里面的话，事实上经济部是责无旁贷的。是这个部分案里面，林院长也很重视这一块，我们会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哦、我们一个礼拜就给委员。好、哦，谢谢委员，谢谢。好，谢谢王龙章委员。那经济部也应该派一个人说明，会比较更清楚吧。好、哦，那个局长呢，应该说明一下。好、哦，好，接下来我们请黄伟哲委员质询。黄委员，请。
主席、各位同仁、审计部林审计长及行政院朱主席长及各位长官哈，是不是请经济部？哎，沈次长，请。沈次长，喂，你好。次长你好，简单的请问一下哈，这个合进钢铁厂是、哦，那个是民营的机构，好、哦，民营的机关，他们的公司在越南是啊。哦简单的这个叙述就是说，他们在那边设了钢铁厂，可能污染了相关的海域，哈，被越南政府指涉污染相关海域。是。那经过一些折冲，就后来就公司愿意赔偿，哦，160亿台币，嗯，哦，这5.6亿美金呢，对，相当高的，哦，5.1啊，5.6，不管，嗯，第一个。这个部分中间的过程斡旋的程序政府的角色在哪里我们政府的角色在哪里好这部分我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在过去呢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个台塑我们越南的钢厂那个陈董事长代表公司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越南我们越南这边呢我们驻越代表处呢那驻越代表处呢我们外交部呢我们的经济部的角色有没有对大概都有 involve 进来、哦、然后掌控的进度以后回报到国内来、嗯、回报到国内来就结果是要罚160亿那这个部分呢因为这牵涉到这是破这个所有的记录他们在国内都没有缴这么多罚款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厂商他有衡量他自己的情况最后他不是决定我们是政府强不强硬的问题他们的政府很强硬哦、而且渔民要抗争、哦、甚至于可能在重演说这个针对性的对台湾所有的其他的台商、哦、这个全面的杯葛、哦、甚至于他们所联系那边的这个一些的民众透过在越南的媒体平面的电子的就一直在讲、哦、台商多可恶啊什么污染我们的人就引起的公愤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思考过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的国家形象是被抹黑的呢这个部分有有我们是有我们都有那个驻越南的台商跟我们反映哇、啊、你这事情这么大条跟我们也没在可是他们就被针对了针对性的找台商了因为这个部分是台塑你有没有预警啦、啊、这部分知道这状况我们有提醒了有提醒但是最后呢企业有他自己企业的考量啦、嗯哦、企业有他自己的考量好了那因为这牵涉到呢一下子就狮子大开口、啊、你一下子就羊入虎口你还敢再去吗？还敢鼓励我们的台商去吗？去那个国家？这部分我觉得是这样。企业呢，这一次发生这个事件所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你在所有的过程中，不管是你的外包商，或者是你在测试过程中断电，但是呢，你到最后你就是要概括承受。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是希望提醒厂商，你自己在环保方面你一定要做好。嗯，很严谨的管控、哦嗯、这个部分呢你本来以为认为说啊，这个就是外包商啦、啊，但是到最后对不起还是一样你厂商呢要概括承受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呢我们也会提醒我们的台商你在人家的地方去投资你要善待那个地方的环境保护对我同意对就是说这个环保标准不因为我们到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到其他的国家去、哦、台商或者有些商人觉得说啊，我反正去了中国大陆，土地便宜，环保法令松散，然后这个人工便宜，对对对我就去那投资天堂，把我淘汰的技术，把我淘汰的设备，把我这个不肯升级的这个生产模式，就在其他地方这个重来。那在中国大陆现在人家的环保标准提升了，是哦，这个薪资水准上升了，土地人家用做更有效的利用，你就到越南，越南不行，照柬埔寨不行，照。可以这样子吗？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给我们所有的企业界在所谓的投资布局的时候，你的企业社会责任跟环境保护是要并重的。好，这是第一个。是的。第二个影响到你说，你可以提醒单一企业说你要注意，但是受波及的呢，现在如果引起一片的这个仇台或者仇视这个台商，其实大家其实坦白讲，大家都在承受呢，而且。政府接下来布局是新南向呢？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 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方向、标的跟这个将来的政府的运作模式呢？我是在新南向方面，我是希望呢，这是一个个案。
然后呢，我们会来弥补这个伤。这个案就160亿了，通案还得了？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以目前来说，在台湾的台商在越南的布局大概两件事，一个自行车跟纺织啊，是这个越南政府也感受到哦。因为他在东协的国家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关税的优势啊，所以应该台塑是一个个案，我们是希望这个个案能够赶快告一个段落，然后呢恢复到所有的一切正常化。你们会不会微调了？东协那么多国家会不会微调了？这个部分应该呢，其实厂商自己会选择哪一个地方对他最有利。对，但是政府可以做这个案例，一方面告诫厂商说，你环保标准是好要着重，对，你不要引起工潮，好，你不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政府对政府，其实他这个下这么大的重手，这么样的这个狮子大开口，好，其实政府将来在微调层次说啊，哪些国家对我们比较友善一点？一方面我们要求自己的厂商，这个，一方面我们要要求政府作为有力的后盾呢，啊。这个不你放心，那你怎么打国家队？你怎么打亚洲杯？对，像武夷山那时候，我们就在第一个时间点，我就赶到代表政府、代表行政赶到越南去。你讲到武夷山还好，对，你不讲还好，武夷山到现在还没赔啦。现在大概是这样，因为有些东西基于厂商的，这我们都跟厂商谈过。他们说什么关税优惠给我们两年还三年的关税优惠有吗？这个部分大概呢，以厂商来说的话，他们都有个案在进行，而且跟税监单位在谈。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就尊厂商认为说政府这时候先不要碰，我们都尊重，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管道，而且是地方的税监单位。如果是厂商要求政府不要碰，他们有他们的管道，不管 去走他们所谓的政府高层啊，对。那可是问题是出了事就说啊，政府来帮忙说怎么样？譬如说武夷山出事的时候，他们先前的管道就通通不管用了啦，对不对？没有没有，我们还是一样。那时候我们真的就在第一时间内，我们就没有。我说那个时候他们厂商自己的管道都不管用了，所以必须我们政府出面嘛。没问题，对不对？就像武夷山，我们就政府就出面了，就直接去跟他们的部长谈。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说厂商有自己的管道嘛？对。好，那你就让他有自己的管道，自己去走嘛。到时候走不通，还是回头回来找政府的啦。会，必要的话我们都会来。另外一个问题，请问你是？你们的产业创新价值卓越计划，是您督导的吗？产业创新价值卓越计划，经济部的品牌台湾发展计划。品牌台湾发展计划，这个是我告诉您哦，经济部每年对于要发展 MIT 的品牌台湾的价值，要这个让世界各国知道说，哎 ，Made in Taiwan 是多好，是都投入了不少预算，结果是什么？大概我台湾的品牌价值在国际上年年下滑，从101年度一直到现在105年的104年度105年度了，一直在下滑。来，吴局长，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各位报告，我们品牌的价值在国际上这个相关统计下滑，最主要是电子资讯相关的品牌，就是说高科技的品牌，因为全世界高科技品牌价值都在往下降啊。那另外这个传统产业的品牌的价值事实上是在往上升的啊，就是说我们在高科技这部分是需要整体的来讲是下滑还是上升？整体略微下滑，但是因为这个传统产业部分在上升，科技产业因为整个国际的趋势都在下滑，所以这部分是影响比较大。那但是我的意思说，虽然所谓你刚刚讲的时候就反正就给国外，反正电子高科技这些东西的品牌整体来讲是下滑的，可是还是有人升啊，对不对？那我们想问的时候，为什么升的不是我们？为什么滑的时候我们都跟人家滑，那别人升的时候都是别人在升，我们都升不起来？问题在这里。而且你每年投注了这么多的经费，我们希望看到一些成果。你刚刚讲传统产业固然有些成果，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办法让政府投入这么多的经费在维护这个台湾品牌的价值之后，在整体的层面是增加的，有减少有增加。你减少是国际的潮流，这个高科技的减少，那增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增加。那如果能够增加更多，那就是全整体的增加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经费使用才有效率，可以看出来嘛，是不是这样？是，我想我们正在朝这方向在努力进行。知道科技的品牌像华硕这些，他们都在往上走。然后因为过去像 HTC 它下降比较多，像华硕你说什么下降比较多？
过去因为我们很大的品牌价值其实很大是从 HTC 这些国际品牌所创造出来的啊。嗯，那当然这个因为这几年事实上像智慧型手机它其实整个品牌价值都国际都在往下掉，所以影响会比较大。像跟我们其他高科技品牌像华硕这些其实都在往上走。希望政府对维护台湾品牌，尤其不只是高科技，因为很多牵涉一般的民众的生计的是一些传统产业，是一些中小企业，是一些台湾独一无二的这些企业。我觉得其实即使它规模不大，但也值得政府进一步的辅导，好不好？这个我们都有一配套的方式在协助他们。好，谢谢市长，谢谢局长。再来，我们请陈赖委员质询。陈赖委员，请。我们主席，还有我想请我们的那个经济部次长。哎，次长请。委员好。哎，次长长，那我想请问哈，今年从五月开始哈，我们气候哈就趋于炎热。那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我们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六月当中哈，一百多年哦，那么多年当中六月加起来的总和大概只有九天超过37度，但是光是今年的六月就有六天超过了37度的高温，可见呢哈，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那个气候哈，冷气空调哈不停的运转哈，那造成用电量大增哈，相对于我们也会有担忧了哈，我们用电的那个供给量是否会充足？那我想请问台电哈，对于我们提供稳定的那个用电是否有信心？这部分呢，从政府的角度的话，我们一定呢要竭尽所能来提供呢充裕的电力，让我们的工商企业界跟人民呢不会有缺电之疑。那经济部又将如何面临这样子的险峻的挑战？那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呢，就是像台电来说的话，它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配给，你的整个供电能力多少，你的尖峰负载多少，然后你的备转容量剩多少，然后呢，如果万一有所谓的达到一个所谓的我们要内管的一个值的话，你要怎么因应作为，我们都会有出来。台电在1月18号对外公告的资料来看，原本在去年的时候公告未来2023到2024的备用容量那个是负的，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公告2023到2024却转为正，请问这样的差异这么大的公告代表着什么？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最主要是负载成长。是负载成长，的确，不是用备用容量转正就一切太平了，这还需要我们经济部台电公司哈以及相关的单位提供供电的品质做出很多的努力。我们会来努力。是，因此今天我想哈跟我们经济部来探讨几个问题哈。是。根据我们监察院在去年12月2号公布的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电力调度与运转不符经济，且燃煤采购品质下滑，不符实际的需要等案情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哈，就有提到台电公司机组调度大部分都是仰赖调度人员的经验判断，并没有所谓的作业规范或者是判断机制可以遵循。我是想哈，对于这样子的话，我是想了解哈，为什么会对于这样子的指令机组升降载还有这些供电的一个品质他们的一个供需的一个 SOP 会用经验值来判断，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师傅，我请我们朱总经理来回应。台电公司朱总经理。好。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公司啊，这个调度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先做明天的这个预测。然后各机组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要跑电脑程式，这个时候是最佳化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合乎经济这个调度的。但是呢，到了第二天，如果都是按照预期都正常，系统都正常的话，就是各电厂就是按照这个预排的这个时间表来运转。但是有的时候会突然有跳机的，
有跳线的，那个这个时候为了系统的安全，那个就是要靠这个我们值班人员按照他的经验立刻做一些断然的处置，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不是经济以安全为首要。哦，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本身电脑系统就有一套系统，当这些系统类似宕机的时候或者发生状况的时候，就会用人工的一个判断值去了解情况，然后做一个调整，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是，我刚才讲这样子是这样子的意思吗？是的，因为在这个紧急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是以安全为主。是因为我以为是说这样子的机组还要靠我们人工的经验值来判断，那万一呢我们的台电这么的庞大的一个设备，如果像发生我们这一次的那个飞弹的误射，哦，那事情就很严重了哈。不会的，我想我们的操作这个值班这个人员呢，跟那个飞机的驾驶员一样，他们平常没有值班的时候就要上模拟器应付不同的一个状况，当时应该要怎么处置，那都有训练。所以这一套的一个 SOP 的流程，还有就是说你们自己本身平时就有在演练，然后平时都有在这边集合吗？对，我是觉得说是预防胜于治疗哈，不要等发生事情了，我们大家再跳脚，是啊，让人民看笑话。我觉得政府带头应该做一个表率，你认为是这样子的吗？是是。好，那另外呢，台电哈，我觉得啦哈，虽然刚刚听您的，好像应该要对您有信心，可是呢，根据我们那个台湾智库哈，6月21号公布哈，最新民调的那个看法哈，有62.9%不信任台电哈，84.4%支持再生能源。根据这样子的民调哈，来显示哈，对于台电。人民对于台电好像失去信心，您觉得他会是对你们台电失去信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想这个可能这个题目有点引导性的这个问卷，这个恐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其实哈，你也不能说它引导性啊。以主客观来讲，就我个人而言，我听到我们普遍的百姓对台电好像存在于很大的一个问号，因为不信任感的确会有，因为之前对于政策的反复，包含突然核一要开启，会怕没有电，然后又说不能用核电。其实我们台湾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用电，这是最重要的了。您认为是因为政策的问题，让人民对你们有这样子的误解吗？我想我们台电公司26000个同仁啊，都是竭尽所能，绝对不能够产生这个缺电或者是限电的事情，所以也有人批评我们，讲了那么多次这个很危险，为什么都安然度过？但是这都是就是你们危机处理得好，我们不敢那么说，但是我想我们是很这个竭尽所能的在努力。那您认为未来你们还有哪些可以改善，让我们人民可以有觉得信任你们台电，能让我们人民没有用电的一个那个碰到一个瓶颈呢？我想我们在这个电源开发方面的话，在这个新建的机组啊，我们务必啊，希望能够如期如职的完成。你刚刚讲新生的机组，新增的机组有哪些呢？有林口的1号机啊，现在已经在开始发电了，2号机啊，明年就可以上线。然后通宵也有一部机，大林的那个比较会晚一点，可能明年年中才会开始。哦，所以台电都有在紧急，为了未来因应这些天气的变化也好，或者是未来我们整个要用电的一些品那个提升也好，都有在做努力就对了，就是怕害怕啊，那先预防是对的，但是呢，不要造成人民的恐慌啊，您觉得是吗？那另外哈，我想请问一下哈，经济部哈，目前哈，外界哈对于台电还有一个质疑哦。按理说，我们电厂的税修哈，应该排在用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就是它的月份应该用电量。但是我觉得说，你们把它排在哈，不应该排到5、6月，您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是这样子，我想这个大修的时间啊，我们要避开尖峰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以前的尖峰定义是6月15号到9月15号，后来发现啊，6月初啊，就从去年开始就开始热了，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啊，
就六月到九月底，六月一号到九月底啊，就不排任何的大修。但是没有想到五月的这个气温啊，又突然又那么高。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都把从五月到十月通通不排大修的话，我们到了冬天了，那就是大量的机组在大修，反而会造成冬天的一个用电的危机。好，所以是因为现在的极候的天气的变化，让我们台电会有这样子岁修的时候会影响到，因为现在好像五六月就已经很热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台电要怎么办呢？我们排大修不是说在哪一个日期中间哈，我们是根据一年的负载哈，有大有小啊，所以排的这个机组哈，也跟让它能够 available 的机组啊，能够跟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所以如果五月以后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恐怕要另外再考虑。好，哎，因为这个也很重要哈，哎，用电量比较大的时候，你们尽量不要排那个岁修，因为你岁修就会直接会影响我们用电的一个需要。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想在这边做一个跟您做一个建议哈，我就觉得说我们台电不应该提出，不应该除了哈提出需量竞价的措施，我就觉得说像您刚刚提的哈，要增加我们电力的一些用途，这些是有必要的哈。另外就是我们我的选区在桃园哈，我记得哈去年在台风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大园、观音、新屋，还有我们杨梅这个地区，一停电了哈，第一个停电的就是我们沿海，最后供电的也是沿海，这对沿海的居民哈，相对的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希望现在又台风季了，在这边要拜托请求哈，对于未来我们这些供电的问题，包含我们民众通报的系统的透明化 SOP， 这些我们未来都要赶快要加紧脚步来做一个透明而且公开的一个作业检讨，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管碧玲委员咨询，管委员请。谢谢哈，我的身高比较高，来，不好意思，那是他们在判断。谢谢主席，我们请沈市长。哎，市长请。市长嘛，哈，好来。委员早。我今天是只谈一个焦点啊、哦。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审计部的决算报告也特别提起了我们的电动车计划，好，那审计部整体是认为说我们的计划其实一直在下修、啊、即使是目标下修了，然后执行的效果也不理想。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事实好了，好不好？好，这个是这个是最早啊，我们所提出来的，看一下哈，这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提出来的计划。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哈。但是简单的说，就是1999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核定电动车发展策略跟行动方案。好，那时候预期要在7年内生产电动车要超过10万辆。然后3年内使用公务车要到156辆的目标，但是这个1999年4月核定的案到2003年的时候就修订了哈。修订的行动方案里面，很重要的是，1903年到2012年太旧换新要10000辆，先导运行要390辆，好，那电动机车要37000辆。然后要开发2款以上的油电混合车嘛，好，我们先看一下哦，这个电动机车截止的日期是2006年，就是今年，这37000辆有没有达到？电动机车来说的话呢，现在我们大概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很难哦，差很远哦，有没有数字？对，跟委员报告，最主要是油价，油价最近就是下跌以后。造成这个诱因比较不足了、啊，不要这样说吧，油价下跌、啊，那你如果从那个每年的数字会推翻你这个论述哦，我告诉你哈，来看一下哈，
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推动目标，过去的政策愿景，其实电动大客车是很重要的，我有看到。好，电动大客车过去一直在我们政策目标里面都是最优先。是。然后电动大客车呢，我们有一个目标，在105年，哈，今年呢，哈，105年才对，哈，今年。2016年哦，我们要先导运行案要390辆，今年已经过半了，我们要来检讨这个部分。好，汰旧换新10000辆也做不到哦，差很远哦。那至少我们看看先导，我们来看看先导运行390辆的数字。好，先看完那个次长，您再来说明。好，是的。那电动大客车。103年63辆电动大客车，包括2043，你看一下哈，现况全台加起来大概做到134辆电动大客车，其中有85辆甲类，49辆乙类，哈，这个数字离390辆先导运行计划的390辆，哈，相对之下只有几%。这个部分今年是 deadline 哦，今年是 大概电动大巴呢，我们当时是希望就是、为什么会失败？不是说失败，因为变成已经被电动汽车取代的呢。大概电动大巴我们期待就是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是大众运输。大众运输呢，我们如果透过这样会来有效改善地方的环境的污染，所以我们就把它列入重点。那这个重点的执行过程中的话呢，也要考虑到整个产业链跟我们国内的这些。对，电动大客车很重要，就是交通部对电动大客车的补助很高，哎、欸，对，你每买一辆车哈，交通部是补助一半以上的经费给他们哦、喔，50%左右啦，对啊，一半以上回来钱哦、喔，是啊，啊，结果我交通部补助一半以上的经费让你买车，我还没办法落实我的节能减碳政策哦、喔，我还没有办法落实我到105年底的时候要有390辆。上路来，叫我甲委员讲。啊，你交通部、甲你经济部，你都无。哎，我来努力，我们来努力跟交通部讲，是不是呢？柴油车能够稍微降一点，那这样的就会往这边倾。不是你们来努力啊，你的目标已经定在那里啦，10390辆啊。我要汰旧换新10000辆啊，然后我要先导运行要390辆啊。对。对呀、啊，啊，那390辆的截止是今年啊，105年啊，今天已经7月啦。对，那、啊、那这部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以目前来说的话，这期间交通部补助全国这些运输公司去买的那个大客车才不止390辆嘞，所以这个很糟糕。我看到的就是说，你们的能源政策跟交通部的补助政策基本上没有连接起来。这个我们会再来努力，最重要还是在于这些客运业者习惯都是柴油车比较习惯了，这部分我们会再来努力。我听到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啦。我的习惯是不要有政府管我，我的习惯是这样了，对不对？大概这样了，怎么可以用这个理由了？前面几年是比较辛苦一点。我现在掌握到的数字了哈、嗯，台北的话是没有嘛。哦、台中的话，大概都是中南部、桃园的部分有，对啊，日月潭3辆嘛，对、哦，还有阿里山中8，台南也没有嘛，对，新北市也没有嘛，还有高雄旗山，我们高雄做得很好啦，对，高雄旗山要做了没办法，新竹2辆嘛，对、哦，然后高雄你看，我们高雄跟屏东、高屏22辆，我们最认真，你看，好、哦，台中跟台南加起来是23辆，真的是感谢我们南部的真的。总共10个案呢、啊，是啊、哦，电动大客车总共才68辆啊，可是今年是 deadline 了，好、哦，今年是 deadline 了，所以加起来全国哈212辆，很多还在仓库里面不能走不能动了，我们都知道嘛。这个部分刚开始比较辛苦啦，是哦，到底是技术的问题。还是你们的政策协调出问题？大概几个方向都要来努力。第一个，妥善率。还是资源就用到汽车，因为特别的因素，所以我资源都弄到汽车去。
一个妥善力的问题，还有这一个行为模式的问题，还有部会之间协调，我觉得是政府的决心的问题。这个部分我们要来努力。你的轻重，你看看最近还去引起争议，那个想要发展氢能的业界，在那边批评过去电动车补助最多的业界，然后两边在那里吵架。这我们来检讨，来检讨，对。是我希望这个案你们好好下去检讨，这个有意义的、这个哦、但是要来要加快脚步。这个案说起来我说不大不小，他在考验你们经济部的政策的决心，还有你们的执行的态度跟执行的能力，你们对业界的领导，你们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平，你们资源的分配是因人设事，还是资源的分配是坚持政策的目标，这个很重要。好，你看经济部接下来你们的绿能多么重大的责任在你们的肩上。这我跟委员报告，离岸风力发电是4000亿规模以上的产业，是肩膀在你们的肩上，现在协调整合也都没有什么好的眉目跟发展。这个部分大概都有夸部会的平台。我们要修电业法，电业法一修，我们的发电要走向分散式的、社区式的、小型化的发电的未来。对。那你看，你光这两个政策哦，你资源要放哪里哈、哦，就有够你头痛哦。我的资源是要放在后电业法时代的 decentralized。嗯。一个 policy orientation， 对对，气精能，还是我真的要去发展离岸风力发电？我去发展离岸风力发电，还是停留在集中式的大型的企业嘛？好，来作为未来，只有台电能执行这个计划嘛？好，但是我要做分散式的、社区式的，像德国一样模式的能源民主。我如果要走能源民主，那我资源我可能就放在能源民主，那我的资源到底要放在能源民主，还是要放在大型的所谓离岸风力发电等等，好，这一些那够你们头痛的。是，那我光电动汽车的计划，我要放在大客车还是要放在汽车，我就在那里摆不平了。那你这些，如果你没有决心啊，如果没有决心去依据政策的目标来执行，你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哦、跟委员报告，我们很清楚大巴士这一块是现阶段的重点工作，因为大这个所谓电动汽车的部分、啊、那个充电站目前的达成率是 54.4%， 而今年已经过半、嗯、那今年就是结案的时候啊，今年就是你的这个先导运行计划专案计划的截止年份啊，105年啊，结果达成率54.4%。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讨、哦，来加快脚步了、哦。这个计划是有意义的，而且大家都有期待，哎、哦，这我们会来努力、啊。我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OK， 好，谢谢委员，谢谢，感恩。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徐国勇委员。哎，徐国勇委员，请。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好，我们请一下次长。好，麻烦请次长。委员好。次长是。其实刚刚有委员在问说，为什么一乡镇一特色会浪费那么多钱做不好？嗯，我看你一直没有把重点回答出来。我在这里告诉你，是，就是为了选举乱搞一通。用这个来选举绑标啦，就这么简单啦。所以为什么在旧政府时代，在马英九时代搞出那么多的什么一乡镇里特色全部失败，为了选举啦，把这些钱拿去搞选举的讨好，最后全部失败，这才是重点。我希望这一点你们要认清，不要再重蹈覆辙，是我们来检讨，所以这一部分不要再隐瞒了啦。是，这就是为了选举乱搞一通啊，所以浪费了多少的公帑，这一部分才是真的。旧政府他们自己要好好去检讨，去搞清楚说为什么这样子。那我只是把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忍不住
要提醒你们。是。那接下来，我想经济部下面有很多投资事业。是。肥猫，人家在讲的就是在讲这一些啦。那为什么人家叫肥猫？我记得当时台盐当郑宝清委员，现在是委员，当时派去当董事长的时候，人家说肥猫，那时候台盐是赔钱的。结果他去了以后，台盐大赚钱，要走的时候，员工列队掉眼泪，赔钱，结果变成大赚钱，把倒掉的水拿去变成负离子水，赚了那么多的钱，这就不是肥猫了。所以绩效能不能把国营事业赚大钱，真正把绩效做起来？你如果绩效做了起来，能够为国家赚个几十亿，讲个实在话，薪水给他的1000万、2000万算什么？是。所以肥猫定义要把它搞清楚。是。可是很遗憾的，经济部下面仍然是一堆肥猫，仍然绩效不佳。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下经济部短投资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看一下，经济部主管转投资的民营事业一堆。我特别用耀华玻璃公司管理委员会来做一个，看起来投资报酬率 10.64， 哇，好棒，看起来是不错。可是你如果真正去分析，里面一大堆的问题。我们来看下一张，我们看看转投资的民营事业有很多，像台电啊、中油啦、这些国营事业独占事业啊。这是独占，还有很多是寡占的。是，这种独占寡占赚钱没有什么了不起啦，那有什么了不起？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它真正的绩效在哪里。我们看看经济部所属事业转投资民营事业这一些营运券加一堆，还有由盈转亏的。以前像中钢、中船，现在改为台船，在2000年以前。年年赔钱，2000年又赚钱，到2008年又开始由盈转亏，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里面没有问题吗？看看亏损还继续增加的，包括国光科技、国光生物科技，还有到英属开曼群岛全球策略投资公司，配合党营事业，配合中央投资公司下去，而里面的主事者就是你们经济部出来的人，杨世坚。我们再看下一页，我用耀华玻璃来让大家看，这家公司有买浩鼎的股票，配合中央投资公司国民党的党产事业。我们看这耀华，现在从耀华公司管理委员会，我们看看这个会转投资的民营事业32家，我告搞导出。投资总额122亿8000多万，发生亏损的一大堆，投资失利率占56%，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他转投资是我们政府的一些策略产业，那就把它讲出来。这一种把全民的钱在那边玩，然后自己当董事长薪水都很好，当总经理薪水都很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耀华玻璃转投资民营事业概况表，惨不忍睹啊！其中投资开曼的这一些全部都是马拉斯，然后投资进去以后，人民的钱不见了，可是会不会肥的红花，瘦的绿叶？而那个绿叶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国营事业。看到国民党的党营事业一直赚钱，奇怪咧，2000年到2008年他们没有执政的时候，获利率就不会那么高，一执政获利率高得不得了。这里面有没有肥了红花瘦了绿叶？再看下一页，耀华玻璃公司管理委员的财务状况，这到底利息收入是这样，那本金是多少？再看看这一些。好，刚才 Tycon Capital Limited 哈、哦，深入科技发展基金等等都是 Manas， 持股比例这是57%，这47%。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从耀华来看转投资的一些疑问，我两个问题，
希望你们带回去研究。是，我希望给你们一点时间，那我想下一次我就不会那么客气了。是，我今天把问题凸显出来。第一个，转投资绩效不佳的标的，该积极带督导股权代表的哦，督导改善营运，是不是要怎么去处理？转换要不要投？要不要转换投资标的？还是干脆就清算退场了，不要玩了？我们再看，耀华玻璃累计保留的盈余，那为什么不分配呢？其他经济部转投资的盈余是不是分配来挹注国库的收入？我们现在政府要做的事情蛮多的，难道不可以来处理这些事情吗？这是我今天用耀华把经济部这一些下面所属的国营事业全民都在看的这些事实，今天把它凸显一下。当然更希望绩效有问题的该换就要换，这些董事长总经理该处理就要处理，如果绩效不佳就是肥猫，一个月领那么多钱，领的比部长还要多，这不是肥猫，什么叫肥猫？他如果有办法赚个 几十亿，赚个几百亿给国家，这就不是肥猫。但是台电跟中油例外，因为他是独占事业，不要告诉我台电赚多少钱，中油赚多少钱，因为他们是独占事业，那个不一样，那个计算标准要去比较一下，至少要比较台数，要比较一下其他的电厂。这是我今天提出来，我希望你带回去研究。是，好。然后希望在很快的时间内，我不给你一个时间的限制，要回答我，是，好不好？另外，还有一点，有关台湾电子检验中心，财团法人台湾电子检验中心，我也是把这个问题先告诉你，我会继续追。其实我追了一阵子了，我们的助理都很认真，每一页都给你们看。都给你们寄出来，我只两件事要告诉你。当我们问了说你们的，把财团法人电子检验中心，我们把他找来问说你们到底平均薪水多少，他告诉我们说4万多，可是我怎么算都是6万多，里面有很多隐藏性的东西，隐藏在哪里？我希望你去找一找。员工的人数360个人，平均我算出来他们的薪水是6.2万。可是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平均薪资是4.2万。我还把高级主管先去除哦，我先跟部长来提醒。是。然后呢，104年到105年，他们的员工薪资预算增加19%，19%呢，薪水给19%呢，咱多一个机关薪水给19%，哪一个民营机关？机构薪水多19%，结果呢？他说我们多了人，我们多请人，所以薪水预算才多这么多。我把他人员拿来一看，给几嘞？只多了一个人，财团法人。所以，我希望经济部今天在做决算，我讲的这一些都是决算的事情。是，希望好好的去把它检讨一下，看一下。那我也希望我们的审计长。我讲的这一部分也特别给大家审计一下，跟他监督一下。好，这是以上。那我希望说，经济部回去把这些问题该怎么回答、怎么调查，好，那先回答我，我会继续追下去。好，好，谢谢市长，谢谢委员，我们来检讨。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邱志伟委员。好，谢主席。首先请台电总经理。好，台电总经理。顺便再请中油、台糖。中油跟台糖。这个总经理，目前这个台电董事全部改组了嘛？哈。还没有。啊？没有。啊，最近有没有改组？没有。或者有部分撤换的？没有。或者有没有卸任的董事？依然在台电还有办公室的卸任董事应不应该在台电公司还享有办公室？应该没有。你要去清查看看哦，如果有怎么办？我要检讨。我想这个我会你有没有你就不知道，这不是检讨的问题。
他有没有 在台电公司有办公室你不知道？我们有一间就是董事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共用，他没有什么特别人。包括现任董事也可以吗？我们今天的我们所有的董事他都可以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现任董事也可以是吧？现在的董事有啊。现任董事也可以，现任的应该他不会来。我了解有一个现任董事还在你们办公室，还在你们台电还有办公室哦，去查一下好不好？是是是，我现在不点名了哈，这我们会上注意。我现在不点名了哈，但是我希望你三天之内哈，好，把这事情去了解。是是是，好，好，啊，跟本席做个说明。OK， 好。如果继续还存在，那我觉得那就奇怪了哦。为什么一个现任董事在台电还有办公室？是这个我们注意。是政党的关系，还是个人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这个非常，你真的不知道吗？我想我们会台电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产管理人员知道？还是你不敢讲？我想我在国会要如实答复哦，针对委员的质询是你要如实答复、哦。我想您这个您讲提见这件事情啊，我想我回去会查清楚。我现在不公开了哈，但是你要去了解了哈。会。如果你真的发现有这个问题，马上去解决好不好？是是是。好，接着台糖，这个。杨总，台糖现在朝向多角化经营了哈，那当然这个糖的本业逐年在亏损，那其他的七大行业包括这个油品啊，包括休闲产业，包括这个相关的产业，我觉得都比包括你们土地的产业、土地开发产业都比这个糖的本业好很多哈，所以你们多角化的经营，过去几年也培育不少的人才，哈，特别是在休闲产业的部分，休闲产业。你们有基础，你们有土地，你们有人才，好，我是建议在这个冈山啊，你知道冈山它的这个交通环境、地理环境都非常适合，因为台糖土地也非常多，好，这个我本席召开过好几次协调会，希望把冈山或者高雄市的北区打造成一个未来啊国际棒球的这个这个冬训的基地，好，那个韩国跟日本职棒队。他冬天很寒冷，他当然找一个地方可以去做球队训练，所以台湾最适合。好，那所以需要一个大面积的开发，所以这个部分台糖有土地嘛，那你们又有这个休闲产业开发的经验，你们可以盖饭店嘛，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纳入你们新的事业群。好，你如果把这个冈山所谓的冈山棒球村作为未来职棒的这个冬训基地。你第一个可以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第二个你还可以营收，第三个能够振兴台湾的这个棒运，非常好，是三赢。所以你们仔细做一个评估，待会我写一个临时提案。这个部分我想那个陈处长大概也很清楚了哈。这部分因为你们优势在哪里？你们有土地，你们有人才，你们有经验，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它日照又充足，又不会下雨，交通又方便，又有捷运，又有高速公路。它是最好的这个职棒队的这个冬训基地，所以把它当做一个事业去经营，我觉得对台糖未来的本业、啊、是有益助的效果。总经理，啊，您的想法呢？是谢谢委员的这个建议啊，这个我们的同仁应该有在进行一些评估的工作了啊。那当然整个职棒陈处长是很认真，是，但是你们上面不够积极。没有给他这个任务指示跟支持，他当然不肯，他没有办法去这个啊全力的推动，所以你要从上而下，从政策上去支持，啊，我也在经济委员会，我也要求经济部全力支持台糖，从事这个所谓的多角化的经营。是，谢谢我，谢谢我。另外，在茄萣新达港，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游艇码头，它有很好的腹地，旁边又是一个这个湿地，国家级湿地，然后这个交通又方便，离台南市、离高雄市都方便，啊，你们也可以在那边去规划新建饭店、休闲娱乐设施，由台糖来投资，哎，这也是对未来对台糖的这个经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跟标的。总经理，您的想法呢？是，谢谢委员这个，先去评估可行性好不好？是，好，我想这边评估可行性哈，请同仁来。好，等一下我会写一个临时提案，请你去评估可行性。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这个台电跟那个跟台糖先请回。中油那个陈总，是委员好。这个中油永安厂啊，他有没有这个台电先请回？嘿，台电先
可以回去了。他说台电先请回。中油这个永安 LNG 厂啊，还有没有扩厂计划？有，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还在评估中。你们扩厂计划，当然你要跟市政府要这个妥善的这个协调，妥善的这个沟通，因为对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了解。好啊，刚好那个地方就是本溪辖区，那你要对这个跟当地居民，包括市议会也要充分的沟通，哈。所以你如果要推动的话，你一定要跟民众，让民众放心，让市政府安心。这个推动不会对到地方造成这个环境上的负担，造成环境的污染，但是会促进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所以这部分啊，厂长的人选就很重要。是，你们厂长要有人和，跟地方上能够充分配合，能有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你们连厂长，连我都是，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连市政府的官员这是谁啊？哪一个局处他都不知道，他怎么跟市政府去协调？他怎么跟民意代表去做沟通？还要跟当地里长有一些互动，跟一些社区团体有一些互动。那你未来你如果有这个计划，你才能这个顺利的推动。那你对新厂长上任之后的表现？好，总经理觉得怎么样？好，是谢谢委员啊，委员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有关于永安厂的扩建计划，目前是我们内部自己在评估中啊。那当然，如果评估要如果说决定要继续往下，要投资多少钱？嗯，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如果说是只是建除槽的部分的话，大概又在60亿左右。你把它作为中油未来发展计划，是未来中油存在必须要新建的这个大型计划，就必须跟地方政府去充分沟通。当然，那个跟委员报告，这个赖厂长因为刚上任不久，但是他本来在那里担任这个相关的副厂长的职务，有关于跟地方上的沟通，不管是地方上的里长，或者是有关于市政府或者跟委员方面，我会请他尽量再加强。要加强啊，哈！如果你没有人和，你一个主政者在地方，大家都不信任他，没办法跟他沟通，你的政策没办法推动。是，好，所以用人很重要。提醒一下这个总经理。是，好，主席，我再请这个中小企业处啊。跟水利署来，中小企业处水利署，请。王长，我肯定你这个在任内啊，很积极在针对易淹水地区啊做的水患的防治啊，哈。是。包括在这个冈山，包括在紫关啊，我们做了很多这个防洪的设施啊，包括滞洪池。那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海岸的部分哈，海岸整治也非常重要。现在是协定这个海岸，市政府经过了4-5年的努力，已经完成1期、2期，所以过去的那种破旧脏乱的形象已经全部改观了，变成一个是北高雄市民一个休闲，甚至南台南这个市民休闲观光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场所。那现在最后一里路要完成，就是第三期最关键，我希望哈，这个王署长你这边能够全力支持，跟高雄市政府全力配合，把第三期的海岸整治，它的景观的改造、环境的整治，能够在1-2年之内给它完成。这部分王署长你可以承诺吗？是我第一期、第二期我们有配合，那第三期我已经定在这个礼拜我会来主持会议。那我们晓得这个海岸不只是海岸的侵蚀的防护，当然还包括海岸景观的营造，还有高雄市政府对这个海岸地区的一个整体的风貌 的改善。那哪些部分属于水利署可以协助的地方，我们一定会积极来配合。那如果这个会议啊有时候任何结论，麻烦你让我知道，因为2个礼拜之前我也请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局长啊跟水利署开过协调会。是啊，市政府的方向、做法、需求大概有跟水利署有做过沟通，是。那尽速那麻烦请署长啊，能够全力大力来推动。是。好，谢谢。那最后6点时间，请教中小企业处哈。委员好。这个中小企业处当然要协助中小企业发展，台湾是中小企业处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家嘛，所以占%大概中小企业都有几家？现在135万多家。135万。占。那你现在中小企业基金大概一年报多少钱？现在还多少钱？基金现在大概还有三十亿左右。30亿，你要服务多少家的中小企业厂商？他这样的，他那个基金只要是补充这个公务预算的不足了，
那现在我给你提醒了，你这个报告你也看过嘛，我看过。哎，林审计长给你写的这个部分啊，是连续十年呢，连续十年都短促哎，营运绩效欠佳呢。那如果一两年，我这个我就稍微可以忍受，十年还是同样的状况。那你要怎么样？你这个基金营运是这种结果，包括你的这个信托投资业务，包括你自设育成中心都失败的，那你怎么去照顾中小企业呢？是，谢谢委员哈。其实投资那个部分呢、啊，我们也做检讨，因为他比较会投那个早期的，那早期他的失败率会高。那这是因为我们政府不会去投那个比较成熟期的哈，不能跟渔民争利，所以我们在最近几年我们也调整，是不是对于新创比较有潜能的，我们就来再投资。那其他的呢，我们就收了，啊，做这个处分，那类似，因为当都是有十几年前这个做的投资。虽然基金的规模不大，现在已经不做投资了，基金规模不大，但是你如果营运的好，你如果规划的好，对中小企业当然是有一些注意。你如果连基本的投资业务都办不好，然后你那这个育成中心也办不好，跟我报告，你所有的钱呐、啊，都不是用在照顾这个中小企业呢，都是在照顾了，因为。跟委报那个育成中心也好，我们的投资都是差不多七八年前、八九年前那时候做的。那做了现在呢，就是投资只要亏损了，我们再开始处分，啊，就不再做投资。这个哈、哦，可能但是新创事业的部分，下会期审查预算的时候，会我们再好好讨论。那育成的部分呢，我们先这个审计部写的这个报告啊，我觉得很具有参考价值、啊。对，那个、啊、这个、你们也要深切去检讨。我们会检讨，我们怎么样去改善过去十年来这种短促的现象，那种营运欠这个营运绩效欠佳的情况。我希望说明年啊，这个如果林审计长的报告里面还是这样的状况啊，我让你觉得处长你要负很大的责任哦。好、哦，最起码你一年内你要提出改善计划。我们都在做检讨，包括育成中心跟委员包括几个那个改成促餐，他自负盈亏啊、哦，因为我们觉得基金钱也不多嘛，我们都好好运用130多万家，我们还是要照顾了。好了，好好努力了哈。好，谢谢。好，接下来、欸、我们先宣布一下，等一下费永泰委员咨询完休息五分钟哈。那现在我们请施一方委员咨询，施委员请。主席请一下台电公司跟自来水公司总经理。来，台电自来水请。委员好。哎，总经理好。那个本席在前几天哈，就是在上周左右，有去视察桃园机场。那桃园机场里面哈，它的那个电的供应哈，我不知道那个台电的总经理，你知道台电怎么去供应桃园机场的电吗？供应我们是有两个变电所，两个回线哈，供应这个桃园机场。两个吗？确定是变电所两个，是161kV， 应该是69kV 就可以，不晓得是不是161，这我不清楚。我想这个部分你要查清楚，因为在上次我到桃机的时候，只有一个变电站，所以跟你提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我希望你查清楚。我查清楚。是，但是在距离2025年左右，目前大概也有10年的时间，这个变电系统的部分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你协调一下，跟桃机发文，那副本给本席，就是在协调第二套的变电系统，不是只有靠桃机的发电机。因为哈，这个他自己的设备哈，他要自己维护。那如果是外线，我们供应的有这个不稳定，那就是我们的责任。这一点我们会注意。我想你没有了解本席的意思。如果变电站挂了的时候，整个 T1 T2 是挂的，是这个时候你的责任是负担不起的，是，所以你还没有了解本席真正的责任。我了解，我现在了解委员的意思，我们希望能够分散这个来源。好，那另外自来水公司现在目前在那个桃园机场自来水对桃机的供应方式，上次因为一个水管的挖破，然后整个那个桃机变成停水。那代表说是不是没有第二套的变电系统？我们目前是一条300公里的管线送到桃机那边去，啊，他们是内部不小心那一天是挖破了是。那这个部分也是刚才本席提到的部分，就这个部分，请你发文给桃机，就是跟他做协调，看看需不需要做第二套的变电系统。是，喂。
这个了解的意思吗？正在跟陶机在讨论这个。多久的时间，两位可以给我？两位总经理。应该，我这边应该大概一个月左右可以的。那个台电的部分。我们恐怕稍微长一点，我们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给您报告。本席可以等待你的时间。那两位总经理请回。那有请经济部次长及水利署署长。来，次长，然后署长，请。喂，你好。两位好。那如果那个次长没办法的话，署长可以回答，没关系。好，那现在是七月份了哈，请教一下今年的第一个台风哦，预测什么时候会进来？报纸是说大概礼拜四可能会形成一个台风。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名字这我就没有注意到，抱歉，名字不知道。是，我需要你好好的关心一下台风哦，因为台风对水利河川的影响是很大的。那署长，你认为在最近几年里面，它的防水、治水、防灾的成效如何？我们根据各县市政府的，对我们治水的这种，评断，我要你回答，就是说好跟不好就可以了，不用再解释。我们的评估是有成效的。那对，但是你的成效很好，今天的那个审计部跟之前的监察院都有纠正你港尾沟溪这个部分，实在是办得非常非常的差。那确实是有设计的适当的地方，这个我们承认。另外，对于那个惩处的部分，因为从你那个监察院的那个纠正里面，看不出到你对承办的工程人员的纠正，就是你自己署里面，其余对施工单位跟建造都有去做惩戒。对，除了施工单位跟建造单位以外，我们本署也惩处了两位局长、两位前后的总工程师，包括我本人，还有三位的。这个已经办理了吗？对对，总共有七位。Okay, 那对于上游冲到下游的那一些堆积的这一些土石到目前为止，署长你认为处理的机制是什么？疏浚的部分是不是？对，我们在莫拉克以后已经疏浚了4亿1000多万，其中60%是属于河川，也就是说它跟过去几十年来历年平均大概疏浚2000万是数量非常的大。而且我们在每年的这个枯水期的期间，我们都会做检讨。去年去年的那个8月8号，苏迪勒台风是。那本席住在新北市，那新北市的那个新店溪秀朗桥那一个地带淹水很多。那淹水过后我参加了那个新北市的查核工程，是。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河道堆积的那一些土石，既然允许它继续堆积到两侧，而造成后面的蓄水的河川的蓄水容量减少，那一贯的政策就是把河堤再加高。那另外就是说，这一些堆置的部分又付给了包商的钱以后又把河道因为这样的情况填高，蓄水容量降低，这是水利署一贯的做法吗？我们有一些地方确实是用疏通的方式先把水路打通，但是事实上我们最后都会把这些土石拿走。譬如说统后溪跟万年桥上下游，那我们最近花苞不顺，我们7月8号准备再上网再截标一次。那我们也计划对碧潭堰到秀朗桥、秀朗桥到下游的永湖桥到中正桥，我们也有一个疏浚计划，明年会先做公有地的部分，因为私有地实在是太贵了。那未来你对那个台湾河川的计划里面，因为你很多都是堆置没有去处理的啦，所以你的那个河堤才会加高啦。所以对于那个疏浚的那个整体的计划，有没有一个计划？我们每年每一条河川都会做，在汛期后都会做检讨，根据当年台风下来的土石，所以会去拟定明年的疏浚计划。那我特别强调莫拉克以后，其实我们是疏浚了4亿1000万方，这是历年来所没有的。好，那本席希望你提供一下近五年来是各河川局他所承包的工程的费用在5000万以下，从开工到完工是否有延迟，是。然后再下来就是说这些工程里面有没有工程纠纷，是。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工程在施工期间是否有出险的金额，
是这个部分多久可以给本席？委员提的是疏浚工程的部分吗？不是工程费用，花包的工程费用。全部的工程吗？对，五千万以上。五千万以上，这个没有问题的。多久？我想各核专辑各所属的。因为这个近五年数量也蛮多的，是不是容许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内？好，两个礼拜。那另外在过去三年里面，是也提供一下过去三年里面疏浚工程它的案件，跟它的规模跟它的金额。是，这没有问题。所谓的规模就是它的数量。是。所以它堆积的数量这一些，侵令了多少这一些？是。那时程多久？时程。好。这个资料多久？这个我想是不是一并让我们并同五千万以上的工程，在两个礼拜之内一起来提供。那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哈，过去那个水利署所举办的那个设计建造工作啊，是，一般都是由署哈，过去曾经由署自己设计，设计了以后再请工程顾问公司签证。那目前这一种方式改善的如何？现在从1995年开始，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技师签证，因为我们自己内部就有很多有技师执照的。OK， 好。但是也陈署长你提到的哈，那这一些设计建造方面常常很多的失误，或者是很多的错误，而造成厂商的抱怨。但是因为这一些设计的图说都是经由署出来的，而这些包商忍气吞声，也不敢去得罪业主。那这样的行政跟专业没有分离的情况下，署长你认为合适吗？我想我们技师的同仁他增加签证的责任，他没有得到任何 一毛钱的报酬，纯粹是服务。那同仁也不愿意去签证，但是要把自己办的设计却由别人来签证，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才会从1995年又回归说核专局自己设计就自己签证。那我想，如果要回归，如果要给外面的，技师来签证，这个恐怕还是要审慎来检讨。不过委员所指教的承包商忍气吞声的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来进一步了解。我想署长你应该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设计跟建造都由署来设计来建造。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工程产生的错误，绝对是没有人会承认的。是我们过去会尽量让建造者跟设计者是不同的工程师。那 我想我们先从这个部分来改善。核川局这些举办的部分的错误太多，所以造成很多的纠纷。我想为什么会要你在五年内提出这一些东西，是有它的道理存在。是，所以未来本席建议署长你要去考虑，就是所谓的行政跟专业要去做一些分离。是，我们再来检讨。那另外就是说，以前常常看到你的工程都是切由一小块一小块的，为了要去消化预算。那本席希望你在近期里面做出就是对整体工程的一个评估，整个区域的一个评估，治水防洪的评估，而不能说一块一块的切下去，为了消化这个整个预算里面，所以造成了现在目前就是说在核川的治水防洪的部分太差了。是这个部分我在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就是整体的。是，我们会从治理计划是如何来从下游往上游实施等这个部分来提出跟委员的说明。好，最后一点就是说，在你各辖区里面哈，各辖区里面，因为最近的那个核专局的这一些的举办的效率，我希望你自己做一个评估，评估各核专局里面它的施作的效率，跟这一些损坏的又做的工程到底有多少，然后把这个报告在一个星期那个一个月里面提送给本席。是，好，那就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那我们再向委员会宣布哦，等一下我们费宏泰委员咨询完，我们休息五分钟。休息这五分钟以后，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议程全部结束为止哈。那工作人员可以发便当，大家不必客气哦，但是请保持会场的秩序哈，发便当的时候小声一点就好。来，会员请来。好，谢谢主席。各位在场的女士先生，大家好。主席，帮我先请一下沈次长，还次长跟中油先生，中油总经理，总经理好。委员好。次长好，总经理好。这个
高雄的市长陈菊啊，市长啊，一直要求我们一些炼油相关的公司啊，要把总部迁到高雄。好几家民间的公司都已经注册登记哈，其实只是注册登记在高雄，但是还是在高雄那边有个办公室，但是绝大部分呢、啊，总公司还是在台北办公了。请问中油的总部要不要搬？是跟委员报告哈，我先讲清楚啊，在你回答之前的、啊。是。公司登记到高雄，高雄一年可以多拿20亿的分配款，我没有意见，啊，我没有意见。但是高雄总公司的人是不是通通都要，台北总公司的人是不是通通都要搬到高雄去？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根据高雄市政府现在通过的这个地方既有管线的自治条例哈，那么在今年年底以前。如果没有把总公司涉及在高雄市的话，那所有的现有的管线就不能够用了哈。那所以总公司在当地有39条的管线，是我们整个石化产业一定要用到的哈。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董事会呢，已经通过涉及在高雄市，涉及在高雄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全部公司台北的要搬到高雄，没有。那有多少人要搬去？我们到目前为止到我们在高雄本来就有总公司的分部在那个地方啊，就我们有高雄办公室。话讲白了，是人要不要去？到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说全部台北的办公室通通要去。不是，你把长话短说，简单复杂的话简单说，简单的话不要复杂话。是台北有台北现在员工有多少人？有780个。有多少人要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还没有，要去的话就是总经理要去。总部搬到那边去登记，我没有意见。是，但是这些780人要一去，我告诉你啊，我们把以前的经验讲给你听。当时在陈水扁的时候，渔业署硬要搬到那边去，台糖硬要搬到那边去，最后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好多总部，很多员工因此而异离，就是离婚了。20亿的，他的预算啊、他的分配款拿到，我没有意见。但是人要搬去啊，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可以吗，总经理？是的。啊，要去最多你一个人去就好了。是的。第二个啊，你请回啊。是，谢谢。我想请教一下市长哈、啊。是的。是的。今天的有一个报纸登了、啊。说五大创新要暂缓，啊，我相信你也应该有看哈。这个其实，在你们行政院会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其实在之前就有讨论过。国发会写的，林元说，哦，只是在写文章，没有办法去执行。其实要执行啊，我们大家都明眼人，大家都很清楚。当时为了选举的口号了，啊，选举的口号，啊，我们要推动五大创新产业，一点也不新的，都是原来的旧案子，只有一个新的口号，叫做什么台湾矽谷。台湾矽谷啊，千万不要只变成圈一块地去炒作那个工业区的地皮，如果只是圈一个圈子，炒一个工业区地皮，就好像某一个上市公司很有名的，当初在圈个龙潭，最后呢救他的产业就是靠龙潭那块地。他最近又出来讲话，他的话参考就好。他在本业里面基本上都没赚过什么钱，亏了一大堆。我跟你讲，不要用圈地的方式来搞。独立有一些特定的对象、啊、要去搞创新的、啊，我倒是建议参考参考香港，他们现在在怎么做。香港主要的产业原来是金融产业，但是他发现金融产业也随时可以被上海所取代。上海只要说我宣布浦东，我外汇全部不管制，香港的金融产业就不见了。香港现在在搞什么东西呢？搞这个类似这种 incubator，
第一年进来那些年轻人进来，我不要你房租。如果一年以后没有什么成就，你就离开。类似像北京的东大门也是类似，参考一下这样子。北京你要去也不是随便可以去，但是上海不香港你可以去参考参考，让你们做决策的这些人去实际的去了解那些状况。五大创新啊，我看也没什么创新了啊。我举例，你当工业局出身的，像你们最近搞一个什么智慧机械方案，这是你们搞的吧？啊，请问一下，跟以前呢、啊，前朝政府这个工业四点零有什么不一样？大概我是不是来回应一下委员关心的问题？好，大概智慧创新呢，大概有三块，智慧机械。我现在讲机械，对，智慧机械这一块就好了。对，好。那智慧机械呢，目前推的话是要做三个主轴。那第一个呢？不，你那个主轴没有时间让人讲。其实我也都报告我都看过了。不，最主要你先听我讲，跟前朝的工业四点零有什么不一样？工业四点零大概就是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一些机器跟机器之间的互联，以及呢管理系统 ERP 彼此之间的互联，然后到最后再 upgrade 到整个硬体软体的。两个比较有什么不一样吗？那现在呢这个部分是在谈工业 4.0，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来做场域试炼，就是把市长、大家都是内行人，是 80% 以上都是 overlapping、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你本来全世界的发展就是如此嘛。你这个什么智慧机械方案，不是你们台不是我们台湾工业局独家发明的，全世界大家都在找，只是很多东西把它整合。我跟你讲啊，很多的事情啊，就像五大创新产业，除了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走，因为执行单位绝大部分都是你们经济部，千万不要给人家搞成去圈地。千万不要给我把资金去给什么人，计划去给什么人，大家都在看着。是，你们经济部，我们也都有很多很多认识的人，不要去再去搞以前那样子的飞机。阿扁时代，国发基金，很多人包括立委了，直接想去找他一个案子5000万的预算，不要再搞这种飞机出来。刚才我们主持人问的什么耀华玻璃？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阿扁时代那个华为史特里，是不是这样子？搞了100亿以上不见了，不要再搞这种飞机哈。好，主席时间暂停一下，请他们两位都请回。好，谢谢。我找一下主机长，好吧？主机长，请。主机长，知道你前一阵子啊，帮财政部啊。做过一个研究计划，就是调高啊，我不知道按照昨天报纸登的了啊，说你说啊，低所得的人对调高啊营业税做长照影响很小。我就从这样子我请教一个问题哈，低所得的人他相对于高所得的人，他用油用电会不会比他们来得多？不会吧？不会啊。那请问油电双涨，当时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低所得的人呢？因为占他的所得的比例比，因为他物价也跟着联动在涨嘛。对。他买各样的东西都跟着涨。我之所以这样子问你，这两个逻辑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您的学问到底 大到天边还是 大到什么。如果你的学问就大得很大的话，我跟你讲啊，那个安倍那个从8%到10%，因为这样你的逻辑可以一路衍生下去嘛，他对低所得人影响不大嘛，那安倍为什么要停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我可以请教一下，当时你做财政部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你是主持人吗？
我那个计划是遗产赠与税，不是营业税。遗赠税啊，请问你是计划组织人吗？遗产赠与税我是主持人。那个计划多少钱？好像只有七八十万。我跟你讲啊，昨天某报登的你的那个逻辑啊，人家是只我那个人家也没有做任何的评论，从你的逻辑啊，那我们营业税账现账零点五还账的太少了，干脆 double 账他个5%，反正对低所得人不会有影响嘛。你的逻辑是这样子的话，当时油电双涨也不会他妈被大家打罚成这个样子。我跟委员讲，我不是说有影响，我只是说影响的幅度，因为原来是我们在做那个时候就有分成三层。别扯了，我跟你讲哈，遗赠税最受不了的，最后是做中低所得的人，高所得的人有点影响，他不会痛的。最后影响还是越是生活底层的人，他影响是越大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为了长照要去帮他圆一个事情，你打破了学术的良知，我是觉得是有问题的。我只是说我跟国外比较，我们的营业税是比较低。你现在当政务官没错，但是你也是教授出身的，大家要摸着良心讲话哦，好吗？好，那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那我们继续质询，休息5分钟。
好，现在我们开始继续质询，我们请王惠美委员质询。王委员，请。哎，次长，请。哎，一个麦克风不开。委员好。次长。是的。我们这个继华航之后啊，本来啊，台电也扬言要罢工啊，不过后来可能你们这个协商得宜啊，目前没有哈。是。但是呢，他们好像也工会有取得一定的共识啊。那如何在不影响这个情况之下，能够圆满解决？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表示讲你那个算厉害了哈，无像华航啊麻木不仁安的哈。但是现在我想台电的员工他们最主要就是说，在这个修法的过程中，你们好像电信法都没有跟他们协商过。然后呢，这个目前的经济部到底是倾向于把这个电信法切作三块，还是切作四块？跟委员报告一下，大概这个案子呢，过去能源局有提出一个电力法的一个草案，那台电呢有一些想法。啊，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好事，因为怎么说呢，能源局是去参考国内外的情况，然后去衡量我们国内的情况。所以能源局在做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没有跟你经济部，没有跟台电来做研商，都有在沟通。那为什么他们反弹还那么大呢？啊，不要紧啊，我是感觉讲，我们像那一天呢，当天我们晚上呢，从七点就跟他们，就是在电力法修法这个部分呢，我们内部有一个会。然后台电的工会推派 五个代表，还有总经理带队，都一起进来。那你现在是要三块还是四块啊？啊，你就针对你要切做三块，还切做四块，先给让这个部分是这样。我们要台电呢，先去就能源局所提的草案，然后呢来提一个意见。那这个礼拜是会提出来，因为呢，我们就是考虑到台电在修法的过程。一定要考虑到就这个草案可操作性跟实务性，以及呢社会对于电业改革的部分的期待，这些综合考量以后，请台电呢在这个礼拜四要再提一个版本出来。我想、哦、台电反弹会那么大，应该是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机会生存空间。这可以理解。那当然我们现在各界对于我们这个啊电业法也是一直很有期待。对，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改革，让我们电力能够更加的一个稳定。啊，所以说我也感觉说要取得平衡点啦，这个部分。那在你们去上个月30号，我们经济部跟工会到底你们有什么结论？结论就是说请他们去把相关的问题草拟出来。对，坦荡荡大家一起参与嘛、啊、但是最后提出来的东西一定要符合社会期待。那我想他们这里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监管的一个单位哈。嗯，对，大家会可能就是比较有一点点意见哦。台电他是建议说我们电业管制机构的位阶应该跟经济部同级的一个二级单位哦，那最好有一点司法权，而且独立超然，才能够足够的这个监督管权哈、哦。那请问次长，未来我们这个长网分离的一个监管制度，你们怎么建立？那未来的这个电如何来调度？因为这非常重要哈、哦。是。我们不能自由化的过程中，到时候调度电有问题，对对对，导致我们民众的权益去受损啊。对对，现在呢，大家一起在关心的就是先来谈那一个所谓的公立超然的机关。因为公立超然机关，因为牵涉到有新的电业要进来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超然的机关、哦、那这个机关呢是要归在部里面、哦、或者是在一个另外独立出来，那这部分还要再谈，方向还没有出来，接要跟他打。好吧，那就各方面的意见你们考核，对对，综合一下吧，我们要中整出来，好不好？对，中整出来不处理好，真的，大家到时候台风没有人修理，或者平常没电的话就很麻烦哈。这这关来处理。好，再来本席要请教一下台糖啊。好，谢谢委员。来，台糖总经理，请。来，台糖，我看你们103年的这个税前净余结算啊，34亿啊，可是呢，这中间土地的这个盈余啊，将近有20亿啊。也就是说2/3的利益都来自于所谓的土地啊。那过去呢，我们台糖应该说可以说都是靠卖土地来维生哦。
那我们在经济委员会有做了一个决议，未来台糖的土地只租不售，合理开发、合建开发、地上权的一个开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想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顺利的去卖土地。那未来你们的收益，你们如何来因应？刘市长，你走去啊？是跟委员报告，非常感谢刚委员的指教。其实台湾公司的土地过去绝大部分都是政府的征收哦，跟协议让售了。那台湾公司自己处理的只有一些小额零星的土地了哦。那当然，103年我们的经营状况确实，我看你们的业自己的本业啊，盈利很差、啊，都是靠卖土地啊。然后卖完土地呢，你们就很大方啊，那个盈余又全部都分给股民啊。当103年度的卖的土地是卖大家的土地耶。我们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努力哦，也蛮委员哦，这个也可以再看得到。我们到去年104年度跟105年度，我们的整个经营绩效确实是有进步了哦。那到105年度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营业利益也有到达28亿左右。那8个事业部目前我们大概也有6个事业部是到5月底为止是有盈余的啦，那这个有在进步当中，加油啦。我后续要跟你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台糖的土地里面啊，闲置的有2709公顷啊，而其中是可利用的有1121公顷，不可利用的有1587公顷啊。那这些可利用的，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去盘点过哪一些可以配合我们经济部现在一直在提的那个节能减碳干净的这个能源的部分啊，有没有哪些土地可以提供给经济部来使用啊？这部分的话，我们自己有在这个盘点，那有一些部分的话，也涉及到一些土地地目的一些这个需要去配合法令规定的一些地方。那我们也有一些小面积的，马上可以去开发作为太阳能这个使用的部分的话，我们有一些工厂其实现在停闭工厂现在已经在准备。那工厂不是你管的、啊，不要管人家那么多，管你自己台糖的、啊。我们自己的工厂，我们自己停闭的工厂啊。有限吧。工厂。来啦，拜托啦，台糖，你去盘点哪一些土地可以提供给经济部这边在开发干净能源的部分，部长可不可以？这个你的下属单位啊。所以我们要台糖来检讨，然后来作为现在在推的这个太阳能的部分的一些土地需求。对啦，我真的很担心啦。对，你们台电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我怕你们这些绿能的东西补不上来。我跟你讲，到时候倒霉的是我们啦。谢谢委员提醒，好不好？这部分你们要先行处理啊。好，不时事业来配合。最后一点啦，市长，我再请教啊。是。我们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新政府上任啊，恢复7天国定假日，到弹性工时，到一例一休啊，那数次的法夹弯啊，真的是让我们劳资双方啊，这个互信更加的薄弱啊。那我想产业界每每对外放话，他们要出走台湾啊，但是劳团啊，对于资方表示啊，他都说啊，慢走不送啊。那这样一个过程中啊，看到现在劳资方面严重的一个对立啊，你作何感想？那对于未来经济的发展是正面吗？那产业屡屡要出走，你如何拿出诚意来替产业做这些解决？因为没有产业，相对的就没有劳工哦。是这个部分，市长怎么说？我觉得是这样的，劳资双方一定要共创双赢啦。啊，现在问题就差在那个所谓的工时的那个加班工时的单价的问题哈，这部分还要再来谈哈。这部分大概我们也都在协调我们这7大工商团体跟我们劳动部这边呢，跟劳方大家如何来取得平衡点，然后往前走，这我们正在努力之中。那我看你们在上周啊，行政院院会啊，行政院表示金管会跟经济部啊都全力支持啊这个所谓的一例一休啊。那我想市长站在产业发展的一个角度，经济部是否配合啊全部这个一例一休的一个政策？那你们这个配合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兼顾到我们产业界的一个声音呢、啊？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劳工朋友有想法，然后资方也有想法。那现在我一直强调，不要乱来瞧了，不要乱取得平衡点。这那想不瞧啊？你们瞧吗？现在我们都在安排，就是这7大工商团体跟我们。我看你们最近的一些动作啊，现在不但劳资双方啊，现在严重的互信不足啊，现在连啊这个商总跟工总啊都有一点点摩擦啊。啊，经济部认为目前商总比较反对啊，但不是真正不会真正的激烈来抗争啊，说说而已啊。那工总是希望你们未来推动啊，双方能够有折冲啊。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两个团体的一个意见？我觉得我们就是好好的来努力啦，大家讲我清楚啊，做回来拍拼安尼尔啦，嘿，这劳资一定要共创双赢啦，嘿。
哦，结果我们又来努力啦，委员。这个部分很重要哦。对，这确实的，这真的。我们两个团体的发言看得出来，并不是很支持哦。这不谈意气用事。商总呢认为他是要抗拒，甚至不惜要号召几万人上街头哦。那在这两个工商团体都没有支持之下的话，报告哈，主要商总是遐服务业啦，服务业的这个对这个劳工的这个和这个加班费的对来讲成本影响是。我想应该不是只有服务业啦，制造业啦。不啊，制造业制造业的东西，我想你长期在基层，你应该也看得出来啦。我们如何去让劳资双方都能够取得最大值，变成我们劳资政府三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啊。这关来努力，尽量。政府要用智慧啊，好不好？不要一直造成冲突啊。别，唔通，哎，这加油啦！是一个麻烦啊啦，谢谢。好，感恩。好，谢谢王委员。我们接下来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我们请江永昌委员，江委员请。好，啊，谢谢主席哈，请我们这个经济部，我们沈次长。哎，次长请。委员好，次长，那个台塑在河内的这个炼钢厂，现在状况是怎么样？你说明一下。大概台塑这个钢厂呢，它最主要就是在这一个整个输作过程中，然后包商呢，在这个部分以及在这一个试车的时候，那因为系统断电，导致于呢去污染的环境，那这污染环境呢，现在这个越南的环境部哦，在跟他们谈这个后续的问题。为什么四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舆情暴毙了哈、在越南的这个外海，四月份的时候台塑说没有，那越南的政府也说无关于这个台塑的这个炼钢的一个污染哦，它的这个工程制作。到了六月，立刻翻转，那台塑到底是真的有错，还是花钱消灾？你讲一下。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之前台塑他认为他就是这些是外包的事情。你掌握多少？要讲清楚。啊、大概是最主要是那个外包商的问题。这个做钢铁那些外包商。他两个月说法完全不一样，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在这个最重要还是要看那个证据嘛，要看证据啦。到底是程序还是被人留人扣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还是从这个资料里面，大家要拿出那个证据来谈事情。这两个月了哈、但是我们从520开始，政府做了什么？台塑有没有来请求帮忙？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越南的这个驻越南代表处随时都有在从旁协助。帮了什么忙？最后还不是大翻转呢、欸？啊，没帮没事，越帮越有事，是这样吗？哦、不是，最重要还是在看。社长，我们先讲一个前提。如果他真的是因为他的包商工程师做去影响了到了这个水源，造成环境的污染，舆情暴毙，基于环保的普世价值，我们其实要跟越南政府站在一起。但是如果不是呢？像网络上在写什么？网络上说越南政府因为他政治的更替嘛，他现在借这个机会对中国那边释出善意，他借这个机会有没有他可以向台塑勒索？大捞一笔，他借这个机会向他自己的国民示好示善，那他借这个机会其实就打击到我们的南向。台塑如果不行，台商不是更有忧虑？那台商如果不行，我们南向以前的旧南进到现在的新南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请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我觉得是这样，最重要还是一个单纯的个案。这单纯的个案呢，就是在我一直强调，在试车的过程中造成电力的这中断，然后去污染环境，然后呢，对方环境部呢也取得了相关的资料，所以透过这个资料，大家在谈的过程中，这个就是产业界他自己也衡量，跟企业界衡量以后，他们所做的决定。所以经济部的看法就认为说，这的确是一个环保生态污染的一个案件。这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但是你想想看哦。你刚回答说是嘛哈？对，这个个案是那个方向。但是台塑十年150亿的一个美元，对不对？
布局了这么久，现在他要赔偿5亿的美元。其实哈，你在做什么样一个产业，不管你是资金、技术或人才，你哪一个哈能够做到规模这么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这个对我们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呢。那这怎么办？你说啊。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以台塑的实力能力都遇到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到底新南向？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企业界在海外投资一样，就是虽然你是委托外包商来施作工程，但是最后你发生的环境的污染还是一样，你企业自己要来面对。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企业以后所有的所作所为最重要还是一样，就是你要盖瓜承受。好，所以经济部的立场就是，你看东协十国有关于新住民的一个人数，越南占9万多人，在台湾是第一。好，有关于这个那个移工，那越南有17万多人，好，在台湾好是占第二。以这样我们台湾跟越南这么密切的人文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经济部判断这个个案是认为说是台塑的环保它的工程师做出了问题，所以您的看法跟越南政府惩罚台塑是站在同一个论调。这个部分我一直强调，就是还是一样，我们要尊重的就是这些科学的证据的资料，然后我们也尊重台塑去跟所谓的越南政府的环境部去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还能够给予什么样一个帮助？还是你认为说这个无意的惩罚是恰到好处，甚至你觉得说这最主要还是我们要尊重这个双方啦，因为这部分企业它本身。你对于其他的产业在我们的新南向，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啦？以我们跟越南的一个关系，这个来说的话，新南向来说的话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呢，分散风险这是一个应该要走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政策啦。所以部长、市长，我也呼应你了哈。是。如果真的它是环境污染，是，那我就会跟你刚刚讲的论调哈，会站在是一致的了哈、可是回头过来，国内就会开始检视了。是。台塑在我们台湾境内所设置的各个这个厂房、各个生产的一个制造的一个相关的，好，我想台湾的标准应该会比越南更为严苛了。所以这可能会引发下一连串的一些。我甲委员报告哈。请讲。台湾吼，伫这个所在，中央加环保署有标准，地方政府环保局拢有标准，所以你啊准不符合这环保标准，随时该开罚就开罚，这个拢爱照规矩来，这两件代志甲分落开。好，好，那接下来吼，我想问一下，在林晨院长上任前，他又讲一个事情了吼，那我觉得希望你在这里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是的。他说，我们新政府上台之后，只有可能哈缓涨电价，不可能调降电价。它真实的意涵在哪里？市长，你说一下。今天是安内啦，最主要就是说这个电价呢，大概跟几个因素有关系。一个就是所谓的燃料成本，一个是所谓的营运费用，然后再跟所说的电价出来，就是所谓的每度的电价哦。那现在呢，最重要还是在于这一个燃料成本，看你是用什么燃料来发电啊。如果燃料成本调涨，那当然就是呢要跟着来调整电价。好，那我跟市长讲哈，是现在我们台电所用的这个机载发电，主要是核能跟燃煤。是燃煤现在每度发电的燃料的费用成本，它1.0几啦。对，我们现在每度电卖到3块钱，那你说是燃煤啊？那燃料的成本又占每度电的50%几，那如你这样所讲的，应该有降价的一个空间呢、国际的这个原物料燃煤又是逐年在下降，你要知道，102年之前台电都还是亏损啊，主要它的这个购买的这个原料哈、跟它所这个售电的这个电价，它算起来没有盈利，但是103、104啊，都。远远跟他所预算的这个亏损不一致，反而创造了巨大的一个盈余。我想沈局长在这边，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吧？那我用这个讲你刚刚所讲，那这样为什么不降电价？现在是这样，这2年下来，大概最主要就是燃料成本下跌，
所以呢就有这一个所谓的反应降电价的空间、哦、那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一样就是看这一个发电的方式的配比然后牵涉到它的成本的部分我们呢来做一个电价反应的预计。其实我跟你讲啊 你这样答复我就不满意因为我本来预期啊、嗯、之前台电在回答其他咨询的时候他都有讲啊都讲说这个过去是亏损嘛哦啊现在这一阵子有盈余啊所以这阵子获利要去弥补之前的亏损啊你去看立法院的这个咨询的报告大概有多次的一个回答大概跟你刚刚讲的那又不太一样我跟委员报告现在我们有剩一些就是那个电价的平准基金就是万一燃料大幅成长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来稳定这个电价然后就会来稳定物价所以我们设了一个电价平准基金这样的一个机制其实、哦、本席本来要跟你讲的就是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机载中载跟间载是发电的这个 配置啦、嗯、其实并不是很理想化、嗯嗯、但是如果回过头来讲、哦、因为燃煤的这个成本降低就叫你们降电价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没有考虑到就是现在世界的普世价值就像刚刚你认同说如果台塑的这个河内进河进的炼钢厂是环保问题都回过头来讲台电啊我就说你考虑燃煤或是你考虑核能你的污染你的环境外部成本没有内部化、啊、是你现在有机会去做的、这个、你应该在这个方面去做一点努力、啊、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像现在燃煤的话我们是用高科技的超超零件 source nose 是一半的所以我们现在考虑到回应刚委员讲的普世价值不可以说因为这个电油这个头头比较小、啊、就这样但是我们用超超临界技术把煤烧煤的部分呢产生的 source nose 我们减半好、哦、本席就是要告诉你如果你也认为燃煤的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已经内部化国际燃煤的价格也在下跌那你就应该把你机载的用电的配电燃煤增加它的比例啊不再是只有加上核能只有 41%你敢这么讲它对环境没伤害你就去增加它的配电这样子整体的电价就有可能下跌啊我是根据你刚讲的哦是你回答可要回答清楚啊现在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在谈到燃煤的超超临界以及呢天然气的部分以及再生能源我们现在在谈一个所谓最佳化的配我现在在讲你机载你们算燃煤的发电成本是、哦、我想我刚刚的咨询非常清楚、嗯啊、你不及答询的部分我希望你更完整的做一个说明、啊、因为我咨询时间也已到主席也站起来了、哦、再给本席一个充分的一个说明可以可以我们 来一个报告给委员、哦、谢谢委员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苏正清委员苏正清委员苏正清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徐正贵委员徐正贵委员徐正贵委员不在江启成委员江启成委员江启成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蒋乃兴委员蒋乃兴委员蒋乃兴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何新崇委员何新崇委员何新崇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苏志芬委员不在蔡玉宇委员蔡玉宇委员蔡玉宇委员不在蔡培慧委员蔡培慧委员蔡培慧委员不在多明才委员请主席各位粗略习惯员大家好主席委员请沈局长哎沈局长请来沈局长你好各位好针对今年10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我们每年呢、啊、这边开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缺失啊比如说熊山飞弹它打到了渔船总共头到尾的损失是大概多少除了
飞弹，另外还有船家抚恤赔偿等等，那这些谁来买单，谁来出？第二个，还有有关台电公司啊，大家看到他赚了很多钱啊，可是当国际的煤、当国际的油大幅下跌超过50%了以后，台湾的电没有降啊，那中间的那个盈余应该跑到哪里去了？这个有没有解释？有没有查核？有没有人谋不臧？究竟他对国外煤的采购是用什么样的标准？为什么一次可能要10年的约、15年的约？这是谁在决定的？这个要不要追究？是不是可以请沈局长说明一下？在我想，在影响国人最大的就是在电业的这一块。那么在电价的部分呢？那事实上在这个104年1月19号，那么它有订一个新电价汇率的一个计算公式。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整个成本下降，那它每年的一个合理利润有一个投资报酬率。那这影响因素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累积亏损？如果说累积亏损还存在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合理利润可以到这个5%的上限。如果没有累积亏损的话，它的这个合理利润只有3%，这中间就会有一些这个调降的一个空间存在。这个是在这个电的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灰弹物色，它的成本照报纸上登出来，那它的成本大概1亿。我想这个成本高低是一回事，最主要就是说它重创整个这个国军的形象，那么也凸显说它里面的这些风管的一些调控的一些因素，它没有做好。那在国军应该汲取最初教训，在整个训练或是在风险、在内控的一些机制，要订一个很严密的一些这个机制，避免这种风险。这个风险大的话，牵涉到一个国家的风险都有。是的，沈局长会不会追查责任？这1亿多应该谁来买单？是的，在这一块，我们看到报纸上在已经有第一波的层数已经出来。那后续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检讨报告出来以后呢，应该还会有一个第二波的一些这个行为。那么站在审计的角度，当然我们会追踪，最主要看看它整个机制有没有一个建立出来。审计部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查？是我想这个相关的缺失存储，不是只有人的存储而已啊，还有整个飞弹造价整个损失。事实上这次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啊，两岸的关系如果一触即发，造成不可抹平、不可挽回 的对立或对峙，或者对岸他也发射飞弹，请问沈局长，这个我有关所有全台湾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财产的安全以及未来经济整体的发展，这个谁要来负责？是的，我想这个最委员讲的没错，最主要就是说，他这个万一发生这个错的方向或是这个再偏的话呢，那么是牵涉到整个国家安全、两岸的一些这个两岸的这个冲突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我想在国防部目前正在做整个责任的一个追查，那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样来避免以后发生类似的一个风险，那这中间一定要有很严密的一个管控措施会建立。沈局长，审计部常常有提出纠正，或者是说有一些记过等等相关的这个措施吧，哈。对。那请问，国防部现在目前一只小白就惩处了很多人呐、啊。那请问这个1亿多的这个经费那么多，请问审计长的态度是怎么样？是的，我想在会不会严惩？本部最主要的一个职责是在监督预算的执行。那么在整个国防部，它经费一年超大概有3000亿，在执行过程，我们对于它在整个不管是租用的合规性，或是说它的重大武器的采购有没有做到这个尽善尽美？如果说未尽职责或者效能过低，事实上在审计部每年在就责的一些案件里面，
那么国防部一直都是一个这个数数应该是最多的，我们也会继续来加强化这个国防经费的一个监督。三千多亿的经费，如果每个执行的第一线，他好像是把它当作手机上的电动玩具在执行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出了问题？这里边事实上真的是在整个管控里面出了很大严重的一个疏漏。那审计部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来检查？最快我想最主要就是牵涉到军方他自己的一个自我管理，所以好，希望速度快一点哈，对国人有一个交代。谢谢审计长，接下来请经济部。谢委员，来次长请。请次长，沈次长，次长你好。我想国内的渔民啊是很辛苦的一群的、啊、哈。是。那渔民的出海捕鱼，这次的事件，他是不是正常合法的捕鱼？这个部分我就不大清楚。这是农委会，经济部啊。啊？经济部啊？不是啦，这个渔民去捕鱼正常程序，加可能跟我们较无关系。啊，经济部啊，你们一样啊，你们要关心得到啊。不需要关心吗？这关可能来了解看他有没有合法，这关来了解一下。如果是合法的权益，那你们应该要好好保护他。是是。啊，发生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这个事情而已啦，之前也听说啊，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件，层出不穷，很多东西都被盖掉了。好，好，我们希望说好能这个多多来保护渔民，我来注意哈，所有合法在他的这个经济范围里面，是他是要受国家保护的，是别人来打就已经很不可原谅了，就自己人打自己人，是这个整个安全控管啊出了问题。但是我希望说经济部可以站在合法渔民的权益的立场，好，你们要声援他，是好，你要保护他们，我来注意、哦、好，另外哦，有关油电水气的这个问题的哈，这个基本的民生最基本的需求啊。是。那在本席的这个选区里面呢、啊，新店，包括平林，包括其他的双溪，还有新店几个里，乌来，截至目前为止啊，很多地方都还没有自来水可以喝、啊。OK， 这个部分我来请我们水利那个自来水公司来跟那个委员了解一下，我们来看怎么来处理这个最基本的民生的权益啊。好，希望次长啊能多多来体恤、啊、是，好，好不好？是。另外在这个地方啊，我要向这个经济部啊提出啊一个建议啊。是。长期以来啊，整个水的资源啊价格啊都没有统一啊，本席在这里讲了好几年了哈，希望事权统一。好，好，包括很多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啊，它这个台风来水太多，它必须要泄洪的时间点等等的哈。那现在县治里面，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我们台湾省自来水公司，事实上啊，一国两制的情况之下，章法紊乱，那事实上整个调度上面也不是很协调，水价也不一，造成很多的民怨啊。我们希望说事权要统一，是全部由中央啊集中啊来做最妥适最好的管理，以及这个价格水的这个使用啊应该是一致性的。不晓得次长的想法怎么样？这部分我会请我们水利署跟自来水公司来检讨。哦，就大家刚委员在关心的就是事前统一这一块。是，好，请多多来协助哈、哦。好。另外，我们看到华航员工啊，最近这个罢工的事件是啊、哦，马上都政府来处理了哈、哦。所有工会所提的七项诉求也好，全部照单全收。我们看到的。其他的国营事业，油、水、电，还有相关的公司啊，现在员工有没有造成一股风潮啊？大家开始
要争取他们更多的权益，有没有可能会接二连三的来展开罢工潮的这个活动？这部分我们已经有请我们的这些部属的国营事业加强跟所属的工会来沟通，哦，大家一起共创和谐，共创双赢。现在目前还安全吗？应该还好。好，请多多关怀他们。是，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今日登记发言委员均已答询完毕，做如下决定：一、报告及答询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在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啊。那三、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请在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我们现在来处理讨论事项及提案。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审查项目以及临时提案一案。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瓜武汉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案审查项目。一、单位决算部分，一、经济部；二、工业局；三、国际贸易局局所属；四、标准检运局局所属；五、智慧财产局；六、水利署及所属；七、中小企业处；八、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及所属；九、中央地质调查所；十、能源局。二、营业特种基金决算部分，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二、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三、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已结束事业收支。一、台湾中心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经济部第二办公室；三、高雄硫酸亚股份有限公司；四、台湾省农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三、非营业特种基金决算部分：一、作业基金、经济作业基金、水资源作业基金；二、特别收入基金、经济特别收入基金、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地方产业发展基金；市政府捐助成立财团法人中华经济研究院。宣读临时提案：基于国营事业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五年来投资台塑越南合进钢铁厂11.11亿美元，瓜武约新台币357亿元，占总持股25%，而该厂至今还无法点火生产，却发生排放废污水，导致河川污染，遭越南政府要求赔偿新台币161亿元，瓜武5亿美元，中钢公司依投资比例赔偿新台币40亿元的破坏国家形象事件，原要求经济部国营会责成所属国营事业，至民国106年度起，依照台湾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编制与申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作业办法之规定，申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提案人委员余婉容，联署人委员王荣章、施义芳、许国勇、江永昌。宣读完毕。我们请问各位委员，对审查项目以及临时提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照案通过。那我们来审查结果，向大会报告本次审查经济部主管各单位预算之执行、政策之实施及特别事件之审核救济等事项，除照哦，我们没有协商结论哦。除照我们的审查结论通过外，其余部分均照列。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结果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照案通过。那在这里，我们向所有的官员表达辛苦了，尤其是我们的沈次长哦，他要赶12分的高铁，赶不及了，下一班哦，忍耐一下哈、哦，感谢哈、哦。我们本次会议议程全部进行完毕，我们宣告散会。好，辛苦哦，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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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拍摄，慢两班啦，吼，慢两班，嘿，因为我今日人飞过啦，嘿，对对对。